发达哈，厉害。现在那个切除那个痔疮也不怎么痛了，就是科技哦，不要留在以前的时代。好，那我们今天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会哈。所以今天我的主持人临时有事哈，那我自己也是做主持人，又是讲师啊。那我姓黄，名安琪，那我出生在大三角，槟城，现在已经是新加坡公民了，来这里已经20年，所以我2000年在电子学士学位毕业，然后就来到新加坡，那当中呢也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那我也去学那个 MBA， 工商管理，那20年在半导体呢都很专注很专一，在跨国公司半导体那个科技部门，我走的时候呢，去年7月份我辞掉我的高级工程师职位，那全职在这个太赫兹。那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个太赫兹呢？因为它也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哦，也是一个高科技的电子产品。它这个产品呢里边也是有我们所谓的这个 IC chip 在里边哦，所以这个高科技的东西呢吸引到我了。除此之外呢，我也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哦，我也是意识到这个健康的重要。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你在那个corporate 大公司里面，你职位越高的话，做的越久，那就会有什么，就是会有一些那个 politics 啊 ，office politics 哦，那。尤其是去年的冠状病毒，这个真的是影响到很多人、哦、所以我才踏出来自己所谓的创业。那很庆幸的，也很感恩公司在这个时候有给我们这个平台，给我们所谓的一个家，可以累积我们的健康、我们事业、我们的财富。这样当然你有了事业，有了健康，你的家庭幸福哦。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有回馈社会，做善事这一点哦。不一定说你有钱才可以做善事哦，没钱我们怎么样，我们送水哦，也是可以帮到人的健康，做善事。那当中呢，我也是一直不断的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因为为什么我们的科技一直在演变，一直在进步，如果你不学习不进步，你就是在退步。那当中现在呢这个潜意识，这个我们的思维方面哦，情商财商很多人都是花了一生的健康去追求财富，这样子是不对的，到最后你的财富是带不去的，反而染上一身病。就好像我在公司看到我身边的人，看到我的大老板，他把他的一生都卖给了公司，为公司搏命，到最后呢得到了什么病甚至去世了，但是呢公司呢都没有说派一两巴士给他送终，所以看到这点真的是很伤感啊哦。所以我们在贡献的当额，你要看一下值不值得。所以在这里呢，在这个 REG， 在这个太赫兹这个平台，我看到了整个团队的这个核心，好像一个大家庭，大家互相帮忙那我们也是要非常感谢 George 是第一个他把这个产品，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带进了马来西亚，就在10月份2019年那当中他之前他也是为了支持朋友，那没有想到他有这个远见就觉得这个产品真的是不寻常，真的是可以帮到很多人所以他就把它带进来。当然来到新加坡是在1月份2020年那个是通过 Lydia 丽莹，那我也是直接跟 Lydia 接触的，就是说我也是感恩有 Lydia。 那其实他在1月份的时候，他都刚好又是新年，就召集大家。那时候呢，我也觉得因为你单单这样喝，你是喝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你要两杯来对照，你才可以测出那个差别。所以记得，如果你要给朋友做示范的话，你要有两杯啊，一杯有照，一杯没有，不管什么饮料都可以照就要拿同样的饮料
那一月份我觉得没什么啊，因为没有去了解哦，没有去深入了解。那到了三月份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身体呢都是要大概两三个月来做一个看到一个效果，所以三月尾的时候有机会有我有基础机会跟他深入的在了解，我就看到他说他的先生的头发秃头已经长头发，那他的儿子呢也是皮肤也是好转了哦。那这那时候呢我才坐下来跟他深入了解哈。所以呢你看这个 Richard Branson 他是很有钱的一个人哦，他说当有人介绍你一个前所未有机会时但是你不确定能不能做，你先说 yes 然后再来学习怎么做。所以在三月尾过后呢我才静下心来听他说全部的资料听他说，然后听他说那个市场计划。因为一个东西再好如果你用了是一个消费，那可能你就要再三考虑。但是呢如果你用了过后很在短时间你可以赚回所谓的回本啊，因为这个生意呢这个事业是一个投资，除了投资在我们的健康也是一个事业，然后会有一个收入嘛，所以当然我们是要尽快回本了哦。所以我听到哎不错啊，才多少个人两个分享两个到四个人朋友来买的话，哎你的鸡就完全免费了，你的水银哦。那接下来呢是无限代的净赚哦，哎不错这个不错。因为呢很多公司我之前呢也是对所谓的这些直销这些都很感兴趣，所以我一看我就知道说这个跟人家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连一些朋友不愿意分享的他都有办法，都可能可以就是拿回他的本钱，就是公司有这个大爱哦，把他怎么讲回馈给这个顾客啦哦。好，那我在我们今天就讲一下今天课题哦，今天是有点特别的哦所以还是一样，冠状病毒公司倒闭你有什么对策呢那这个太赫兹目标，我们的目标哈就是这个太赫兹水银事业可以给我们达到全方位的成功。那今天的主题有点特别，因为所以不只是如何得到健康，我们还可以逆转年龄恢复青春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今天希望你可以待到最后啊，有一个好消息。那如果你的朋友还没有进来的，赶快去分享给你的朋友。所以我们等一下呢会分享关于公司的新产品哦，新产品这个新科技哦。好，那我们这个就是那个所谓的全方位成功哦，所以自己可以设一下自己的目标。好，那我们的生命的六大元素呢，其实有除了食物、空气、水、情绪、睡眠和运动也是相当的重要啊。所以当中呢我们都听到祸从口入嘛，那个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哦，病从口入就是你吃下了什么东西哦，就会造成你有没有生病。那水呢当中它就带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吃万一吃错了东西，这些毒素哦，这些垃圾食物你可以用水把它排出来。那你吃到好的食物有营养的，这水呢也是有起了一个作用，把你的营养带到全身。那空气方面呢，我们知道呢空气污染是我们没很难有机会去改变啊，除非你在家里装一个空气净化器，但是就是出到外面还是很难控制到哦，所以水呢我们还有办法控制。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有时发现到哦，这个情绪呢真的非常的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当你很生气的时候，你很伤心绝望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是会产生一些所谓的毒素哦。那怎么做呢？还是要靠水哦，你喝到这个好的水，它可以把这些毒素的都排出来
哦，所以呢，睡眠啊，怎么跟水什么关系？哦，当你很伤心、很绝望的时候，哈、啊，你的睡眠肯定就不好啊，因为你想很多，哇，今天要做什么，明天要做什么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那样？你的睡眠肯定影响。那你睡眠不好的话，你的肝就会很燥热，整个人就会很燥热啊。那怎么做呢？啊，这个水呢也可以帮到哦，它可以把那些身体的热气都给排出来哈、哦。啊，那现在我们的科技很发达，到处都 WiFi， 其实很多辐射我们无形中也是进到我们身体那个自由基。那这水呢也是可以担任一个很重要角色，把它这些自由基都排出来。那运动呢，我们通常都鼓励人家运动。想想看，如果一个人待在长期睡卧在病床上没有定动、哦、他的肌肉会萎缩的、哦啊、所以不要说哎、今天天气很热啊，什么不要运动，至少要走动一下，去什么公园走走，早上的太阳晒一点阳光、哦、是好的。然后很多早上的空气比较清新，去走走，甩甩一下你的手啊，真的真的它是会改善你整个人的那个气色，那个血的血液循环、哦、好。其实我们的身体呢 70% 都是水啊，你看我们的血液都是 90%， 那骨骼呢也有 25% 啊，包括我们的脑啊，脑 75-85%。 那这里呢有巴特曼美国医学博士呢，他都提到水是最好的药，所以这本书呢啊，之前我们都有发在群里面啊，这本书是真的有的啊，你们可以也是可以上网去寻找哈、哦，或者是在 Telegram 之前发过的都找得到。嗯，那它里面当中呢，它就讲说很多病症哈、哦，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细胞缺水哦啊，所以你看它的这本书，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所谓的 summary 哈、啊、summary 重要的要点重点我都把它拿出来。他是说喝水能治腰痛、心绞痛、颈椎痛、过敏症、哦、过敏症、哦、注意忧郁症。那我们不能以茶或咖啡来代水、哦、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就是用茶和咖啡、啊、就以为茶是有抗氧化、啊、中国茶是有抗氧化，但是呢同时它也是有那个脱水因子、哦啊、所以这个观念也是错的。那每天喝6-8杯水，这个是最基本的哈，最基本大概2-3L是最基本的。那超过的话，以前普通的水你喝太多水，人们说会中水毒，对吗？为什么？比如说为什么那个肾脏的不可以喝太多，只能 500ml， 心脏有装电池的为什么不可以？因为呢以之前的水，普通水它的分子都很大，都很团状，所以它没有办法进到细胞里面，变成留在细胞外，留在细胞外它就变成一个负担给你的肾啊、哦、有肾脏病的人就变成一个负担给肾，所以就医生说就不要喝太多、哦、那今天就不一样了，随着科技的发达，我们这个太赫兹呢它照了3分钟过后，它可以把你的水分子切到很小，切到单分子左右、哦、单分子左右，那它可以进到你的细胞里呢，不留在细胞外，它就变成什么，不是一个负担了，它反而会给你的细胞正常运作。因为这个水呢当中也是有带一些能量的、哦、因为它是用电磁波的嘛，有能量的，所以你在好像就是哎，有一碗那个水的哈，好，请你们把自己 mute 一下、哦、可能我们的 mute 全部不给你讲话了哈，我讲完了我会开你们哈，好不好？谢谢你。好，那早上呢要喝一大杯温水，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一整晚都没有，都很缺水哈，所以每次如果半夜起来都要喝一口水、啊、睡前、饭前、洗澡前要喝一口水啊，一小杯水啦哈，一口。就大家滋润一下，那正跟着那个饮水习惯能摆脱你的这个缺水症哈、哦、便秘全部都是因为缺水哈、啊。
那我们平时喝的水你有注意到吗? 其实都是很受到污染的哦。 电视节目都有一直在提到，哎，新加坡水为什么？之前因为我住在新加坡，所以我看的新闻都是新加坡的嘛，他就讲到，哎，有板蓝的味道，然后过后就有出来说，哎，其实是一个化学物，那个量是很小，所以没有不至于危害到人民的性命哈。然后这个过后一阵子就听到说，哎，马来西亚的一个瓶装矿泉水也有细菌。 然后也有一个新闻说，那个Evian的那个法国泉水，也是受到污染，所以你可而可而看之，我们就说周围呢其实都已经受到污染了哈。那你看看下，到目前呢，马来西亚可以说每个家庭都有玻璃器，因为大家都知道哦，它的水哦是非常的非常的肮脏了哈。那我们。 有几个朋友是住马来西亚，他们就拍回来说，哇，这个过滤器两天，可能两天就已经很肮脏了。因为公司送的过滤器，它是 filter 到 0.1 左右，很小，所以一天两天就已经肮脏了，在马来西亚。然后在新加坡呢，是一个星期啊，那其实呢，在我们的自来水里面呢，有很多水垢啊，那输送管道的这些生锈的。 那我们的还有一点细菌啊，重金属啊，漂白粉就是chlorine 啊。chlorine其实它是拿来杀菌的，但是无形中如果太多的话，它还是危害到我们的身体，所以呢，它也是有一个标准哈。那 chlorine 呢，如果有些人比较敏感的，他喝得出来，哎，这个水 chlorine 太强了哦，所以有些新加坡的他们都会选择一个好的过滤器来装哈，但是还有大部分的人。 还没有这样的意识哦，还是在喝这个自来水啊。那其实在这个诺贝尔科学家哦，他发现了这个2003年的时候，他们发现了细胞是怎么喝水的哦。当中就是说我们的细胞那个通道有一个小通道，是非常的小哦。那就是因为这两位科学家的发现哦，才会。 才会有另外一个科学家，就是所谓的现在的太赫兹，把这个水呢，切到很小，小到2纳米左右，刚刚好可以通过这个细胞膜通道哦。所以就是科学的发达，我们真的是要感恩这些科学家哦，就是每次都是因为有一个一些需求，有些发现，然后才会有另外一个科学家来跟他更进一步哦。 好，那缺水导致什么问题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水呢，其实在血液里面呢，它是担任那个什么输送你的营养，排出你的垃圾哈、哦、啊。那垃圾毒素当面呢，可以是从哪里来？我们的辐射，可以是从我们的情绪，或者从我们的身体燥热天气造成的那个燥热哈。哦 还有从我们的食物，这些油脂都零停留在我们的血管，所以这水呢，好的水，有能量的水，其实它很容易的可以把这些垃圾粘稠啊，那个血液粘稠这边改善哈、啊。所以当中改善了过后，你的所谓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都一一的会改善。那当中那个肥胖问题，也是因为太多。 这些高血脂跟饮食啊，所以有些人呢说，哎，我喝了，但是没有看到效果，那就是当中你的饮食你要看一下，你要注意一下哦，你的运动或者是你的情绪方面啊、睡眠方面都要全方位的要平衡啊，要均衡哈、哦。好，那腰痛刚才都有说到哈、哦，头发啊，那个便秘的问题。 失眠哦，都跟那个水有关。那这个太赫兹呢，它是什么东西呢？哈，因为这个是有一点科学啦，这有点科学。好像说我们的5G电话，你看5G通讯，它就说给我们的通讯比较快。以前你要 download 一部电影需要很长时间，把现在它很快就已经 download 好了。
哦，以前我们的电话是没有办法还可以看戏，现在可以了，所以这些都是科技的发达。那 5G 呢，有一个朋友他测出来是说他的辐射蛮高的，那是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产生所谓的 6G。 其实现在 6G 科学家已经在研究，然后用这个太赫兹光波来做成为这个 6G 的通讯。好，那太赫兹呢，其实它就是这个那个波，那个波动率单位之一 Hertz 啊。Hertz 就是一个 frequency 啊， frequency 是一个看不见的电磁波哦，所以 1 terahertz 啊， tera 就是一个一万亿赫兹啊，很快的一个电磁波。然后这个电磁波呢是对身体没有害的，等一下我给你放影片来看哦。所以这个科技呢，其实在2004年2005年美国、中国还有日本呢，其实都已经认定这个科技是可以改变未来的科技了。所以至于呢，看这边你看到吗，中国是把它当为目标之首啊，所以就是全力来深度研发。所以目前呢，其实很多都已经用在医学航空了。那中国呢，就比较有大爱，它就用在饮用水，就所谓的我们现在的太赫兹水。那这个太赫兹光波就在红外线跟微波中间。红外线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养生馆哦，这种它的仪器都是用红外线哦，它可以达到，它是对身体没有害。所以电磁波这个太赫兹波呢是在红外线的里面一点，所以更加是对身体更好了哦。那太阳光稍微有一点紫外线，那就对身体有害，那个 X 光就更加有害，所以不可以照太多，会致癌哦。那这一位呢，太赫兹之父呢，刘胜刚哦，这位他就是很非常的很已经研究了十多年哦。这当中呢，所以我们要感恩有前人种树，后人才能乘凉哦。就是这位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电磁波的影片哈那你就会更加了解哦。好，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都离不开电磁波，甚至我们人类本身也会散发不同的电磁波。你肯定听人说过类似的话，咱俩磁场不合，买个仙人掌吸收电脑辐射等等。这里面提到的磁场和辐射就是电磁波产生的，但你可能并不知道的是，电磁波其实有很多种，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红外线、X 射线、伽马射线以外，还有一个近几年在国际上越来越被重视的电磁波，它就是太赫兹，也被誉为改变世界的十大技术之一。刚才小片中提到这个太赫兹技术是改变未来的十大科技之一，那我相信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什么会给太赫兹技术一个这么高的评价呢？太赫兹又是什么？朱教授，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首先呢，太赫兹呢是一种电磁波，它是位于微波和红外波之间的这样一个电磁波段，被誉为是人类电磁波谱学上最后的处女地。为什么会给它这么高的评价？主要是基于它的三个特性。第一个呢，它能和我们一般的有机物，比如说碳、氢、氧、氮组成的 DNA 发生了大分子集团的共振，这个共振的频率呢正好落在太赫兹波段。换言之呢，用太赫兹能很轻易的检测出这些有机物的大分子集团，知道有机物是什么东西。第二个呢，它的穿透力呢非常好，能穿透包括我身上的西装等等这些衣物。第三个呢，它对人体没有伤害。所以基于这三个优点呢，人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很多很多应用，所以呢，认为它是改变世界未来的十大技术之一。那么朱教授，它和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红外线、紫外线、微波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紫外它是有穿透性，但它对身体的伤害很大，比如说烧在皮肤上容易致癌，所以它被认为是杀菌的一种很好的手段。再比如说微波，它呢穿透性太好了，但成像精度呢又不够，而且呢不能和大分子集团发生共振，所以呢它被认为是通讯的一个很好的手段。所以呢太赫兹呢它在生物、安防、军事等领域呢有着其他波段不可比拟的一些优势。 OK 好，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哈，那这个科技就是我们周围的一切好，那我们知道呢，其实 5G 呢都是中国领先哦，美国跟中国都一直在比赛，
以前的中国确实是很不好，因为有一些小微小的分子、哦、都是在怎么弄坏了整个领域、哦、但是现在的中国不一样了、哦啊、所以不要带有以前的想法来批评 来看这个现在的中国。现在中国、哦、5G、哦、它是领先、哦、比美国还要领先，所以那个华为的，所以现在6G、哦、6G 这个中国跟、美国还是在比赛了、哦、好，那我们的提到这个太赫兹，好，太赫兹的这个我们的水啊，我们的饮用水其实都一直在改变，一直在进步哦。好像在自来水，在自来水之前是井水啊，哈，我小的时候是喝井水的，好啊。那我们的甘蹦的人喝井水可以喝吗？可以喝，没有选择情况下是可以喝的哈、哦。好像现在在非洲有一些地方还是很落后的。在巴基斯坦他们还是喝井水，在地底下挖起来的这些水，那水是肮脏，但是没有办法，还是没有的选择嘛。所以但今天我们在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台湾全部我们都有选择，有好的选择，你看、哦、那我们的选择、取自于你。你看非洲的年纪小小就染上了一些病、哦、那这个寿命也不长、那以前你看我的父母60多岁就过世了、哦啊、那现在呢你看、新加坡的生命率哇，有些80多岁90多岁还是很健康、哦、那所以当中呢就是跟平时养生有关系、哦、你喝下什么样的水，你喝下垃圾的，吃下垃圾的，那你就会造成什么样的、啊、后果了哈。那你要平时养生呢，那对自己呢的健康有讲究，那你的那个寿命也健康也就更好。那自来水、啊、过后你看我们就来到了桶装水。那桶装水呢在 office 通常都会用、啊、这个呢、啊、也是有可能滋生细菌，如果长期没有什么人去动的话、哦啊、那长期喝也 不对健康也不是很好。那接下来就净化水、啊、净化水、啊、就是、过滤器啦、嗯、那就比较安全，把这些生锈的这些这个什么 chlorine 就 filter 掉、啊、过滤掉。那今天已经来到了功能水，所以人们呢对水的要求越来越讲究了哈。因为功能水有什么不同，它不只是过滤干净过后，它把这个水分子呢切到很小，以便你的细胞更有效的吸进这些水，然后充满能量，它会自己疗愈、哦、好。那因为就是人们的亚健康问题越来越多、啊、才会出自于就一直会研发新的东西出来、哦、好。那也是有听过有些哦就讲说不可以喝太干净了，那这个是以前的想法、哦、以前的想法现在不一样了、哦、那所以不要带着以前的想法。因为我是遇到一些人哇，他讲不可以吃喝太干净，不可以吃太干净，什么是太干净、哦啊、这样如果说、啊、把这些红米水你喝咯喝咯、哦、所以以前的想法跟现在是不一样的。那什么是太赫兹健康水仪呢？其实它是一个非接触性，它是根本没有动到你的水的、哦、它纯粹用电磁波来、打在你的水，照在你的水三分钟过后呢，它就会能它出来的光波、哦、是 0.96这个光波，它可以活化你的水的作用，然后把这个团足状态的普通水转为细胞人体细胞需要的直链型结构水、哦、那细胞可以直接吸收，然后就可以怎么增强我们人体的细胞活性，那低粘度降低我们的血粘度、哦、可以有效的排出垃圾和毒素。所以刚才我播的那些影片那些痔疮就是可能他喝水本来就少，然后再加上他喝的是普通水比较大团状，当我们喝上这个太赫兹的时候，它其实更有效的可以解决这些痔疮的问题、哦、就不至于要去动手术这些。那它有五个特点哦，太赫兹健康水五个特点，你照了三分钟过后呢，它就变成低粘度。所以你从血液来看哦，啊，喝了一公升的水，你再去滴血来照你的血细胞，它立刻就散开了，没有粘在一起。
啊，要不然它之前是连在一起哈、哦。然后它还有一个抗辐射，这个是新的哈、哦，目前都没有看到说有哪一个啊水或者是有哪一些过滤器可以制造这个抗辐射的水哈、哦。啊，这个是新科技的。然后杀菌，嗯，有些已经有了哈、哦。啊，为什么可以杀菌？好像以前我们是用煮水煮到100度来杀掉细菌，过一阵子呢，大家都用那个 UV 就一个箱子，然后把奶瓶全部放进去盖起来，开 UV 来杀菌、哦、所以刚才 UV 就是紫外线、啊、所以刚才太赫兹光波呢，它也是跟这个紫外线的一个同样的属于一个电磁波，所以它也是可以达到这个杀菌的效果啊。还有抗氧化、哦、抗氧化就是antioxidant、啊、就是很多其实癌症的细胞它是最就是可以帮到这个癌症的哈，但是这个呢有些过滤器很贵的日本牌子的都可以达到这一点哦。好，那如果说有些家庭已经有很好的一个过滤器，那我们是不是没有的做了呢？不是啊，我们还是可以跟它很好的配合，就是说你很好的过滤器的水装在这个盆子里面，再用这个太赫兹照三分钟，它会好上加好、哦、就是说它补上来那些没有的东西，就好像这个直链型单分子、哦、单分子是最新的科技，还有这个抗辐射，那原有的好像它的碱性度还是保持的、啊、还是保留的，它只是把它更加好、哦啊、所以不用担心说会你就必须要换掉你家里的过滤器啊，不需要啊，会增加你的那个功能。那这个就是他的报告啊，报告。所以这边呢有提到这个两纳米左右的，两纳米左右，所以就是刚好就是那个细胞通道的那个尺寸哦。你看它的孔道，所以就是有这个科学家厉害。那我们怎么去衡量呢？这一点啊。啊，这个是在公司才有，在公司总公司可能深圳那边，或者是他拿去给哪一个第三方检测哈、啊。我们这边是没有这种器材可以量，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喝的时候的个感觉，哦、啊，所以刚才我跟你说，一杯照过，一杯没有照过，你来喝就会有感觉那个差别，哦、啊，它就会比较轻，比较细，就很快的被吸收，所以你会感觉到它的口感。也不一样，比如说茶，没有加糖的茶，你一杯拿来照，它的涩涩的感觉全部被除掉了，因为它把这些水分子、哦、把它排成一条线、哦、所以就不会感觉那些涩涩残留在你的舌头里面。然后那个果汁、哦、果汁或者是那个红酒、啤酒啊，啤酒我也是有试过了，还不错，还是一样比较好喝、哦、很多饮料都可以照哦、大家都可以回去试一下啊。那至于柠檬哦，它不是改变那个酸度啊，啊，因为有些人喝了他讲，哎，照过的更酸，啊，不是改变那个酸度，它是改变那个涩涩的，哦，啊，涩涩，然后它会比较轻，它的那个口感会比较轻，比较滑，哦，大家可以试一下。好、哦，那个低粘度哦，就会帮助到血液咯，血液我们的血管啊。有一些那些脂肪它就把它清洗掉，它就不会粘在血管了咯，然后一掉下来就可以被冲掉、哦、还有抗氧化的就关系到那个自由基、哦、还有那个水分子哈。抗辐射的，抗辐射怎么来的呢、啊、因为辐射我们每次对着电脑嘛， COVID 的时候在家办公，一天每天就这样对着电脑，它辐射是蛮强的，还有我们的电话这些WiFi、哦、那无形中呢，这个辐射的污染它会造成我们的身体系统免疫还有那个代谢功能受到影响，也是会有癌症、哦、所以我们的这个水怎么做呢？怎么去帮到呢？它你喝下去它就可以把它冲洗掉了这些、哦、那你也是可以拿来喷脸、哦、喷身体、哦、都是非常好的、哦、好。那有些人可能会问，哎，这个在深圳制造的，这样是可靠的吗？
哦，就是因为以前有一些从中国就是很多有一些旧的哦，都是弄坏了这个市场，很多冒牌的，因为华人真的是很厉害，一样东西出来就会有很多冒牌的出来了，做到一模一样的，同样的，现在太赫兹哦，我们这个太赫兹是真的啦，你市场上你就会看到很多哦。冒牌的，有些冒到一模一样啊，有些不能冒一样呢，就换颜色。然后他说他是最新的，哦，所以大家要注意啊，大家要注意。这个呢，我们这个太赫兹呢，它是有专利的哈，有专利。你看它的抓的那个盖子哈，还有那个什么直链芯，这个都是有专利哈。有专利的意思说人家模仿不到啊，模仿不到，它不可以模仿的啊，那个水的。那个频率，哦，啊，这些都是有专利的啊。然后除此之外呢，它的认证哦都是 ISO， 你看有 ISO 吗 ？ISO 是国际认证的，然后它有 FDA 美国的。那 FDA 它是在哪里？在那个盆啊，那个水盆送的那个水盆下面，你去看一下，它有 chop 一个 FDA。FDA 通常是给那些食品的，就是 supplement 的哈，保健食品，因为要吃进肚子嘛。那他为什么去测那个水盆呢？因为这水盆是给你装水的，装水过后我们拿喝进肚子，所以他去测他的这个，确定说这个塑料瓶子哈，哦，是一个好的 quality， 它不会释放一些化学物哈，哦。然后甚至有人哈，哦，把这个盆子敲打地上敲到厉害都没有裂哈，哦，虽然它是有一点重量，是 quality 是非常好，所以这种细节哈，哦。啊，冒牌的哦，他就做不到，他没有注意到。所以当那些冒牌的邀请我去看，我一看就先 check 他的盆，啊，一看下去没有错，就是知道这种细节他们没有注意到，哦，所以他模仿到别哇，五粒星、十粒星啊，没有用的哈，哦。这个电磁波记得，电磁波是没有光的，哦，不要以为哇，十粒星有光就是啊，不是啊，不是这样的哈，哦，电磁波是没有光的，看不到的，哦。好，那他在深圳制造就非常的，感恩他在那边制造，哦，所以他是一个那什么人工便宜嘛，所以人工便宜的话他的价格就比较便宜，这样大众才能买得起，就好像我们的 iPhone 也是很多已经在中国制造，所以他价格就可以拉低的话大众多数的人都买得起，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重点，而不是说，全部在中国制造就，品质会有受到影响，不是啊，所以你要看它的认证，哦，因为这些 ISO 是有 audit 的，哦。那太赫兹的功能学它的功效，新陈代谢和那个改善血液粘稠，哦，所以，这两点的话就可以，它还有一个你看一下，有一个，哦，排出那个重金属啊，其实重金属呢对我们的会影响到我们的那个神经线这些啊，比如说那个汽油站你看我们的汽油以前是有铅汽油对吗，有铅汽油比较便宜吧，过后就人们知道说哎，那个铅其实是重金属的一种啊，它是 无气无味的，但是呢你无形中吸进去哦，它也是属于重金属嘛，吸进体内它会影响我们的神经线，哦，那铅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mercury 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补牙的时候，以前我们不是补牙都是黑黑的，哦啊，这些呢都是一个也是金属一种，哦，所以你补牙过后，哎，一点吃进去一点，哦，那吃进去怎么办，你要靠一个好的水才能排，哦，你喝普通的水它都没有能量，分子又这么大，其实它反而是加重我们的负担，所以说选好的水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单的分子很小又有能量，所以它很有效的渗入那些把这些垃圾重金属全部排出来，那啊，还有把这些什么过剩的营养物质也跟它排出来，哦，有些哇吃很多保健品啊，哇以为很好啊，但是喝水少啊，结果造成什么，太多也不好啊，东西补是好，但是太补也是不好。比如说啊，对吗？然后他人生很好，你吃太多变成一个
毒素，所以它就会把好的足够的营养带到你的细胞，把多余的跟它洗出来。好，可以明白吗？哦，好。那除此之外呢，你除了喝哦，你还可以喷哦，所以这个非常好哦。你看洗伤口脸部这个非常快的愈合啊，这个我们也是有试过的哦。那蚊虫咬的时候呢，赶快喷，可以消炎消痒啊。那个疤印呢，也它也可以修复我们的肌肤。所以因为当我们的皮肤啊受到滋润的时候呢，啊，它就会改善我们的美容方面，哦，改善细纹。很多人花很多钱去做美容，去做facial 哦，但是洗来洗去哦，过几天它又再回来了那些问题。为什么？因为你要从内调啊，外敷也是不够的，要内调。所以为什么？所以你在喝的时候呢，其实当中也是在做内调，然后啊，给你的细胞滋润一下，然后再外喷。啊，所以双管齐到就更加好的效果。所以你的保健品，很多人喜欢吃保健品的人哦，啊，就配上一个好的水，它就更加有效把营养带到你的细胞哦。啊，如果说配到一个普通的水，它其实呢多数的保健品都没有被吸收，变成浪费钱哦。哦，好，那我们就下一页呢，就是讲到这个穿透力啊。其实刚才有提到太赫兹是一个光波嘛，它电磁波，所以它有那个能量。这个能量呢，它其实可以穿透玻璃，哦，可以穿透这些 plastic，哦，当然你穿了一层它的能量就减少，啊，如果你直接照，哦，比如说你这个柠檬挤在杯，啊，你直接用这个太赫兹照在这个 照在柠檬汁，哦，它会它的明显的不一样，哦，明显的不一样两倍。那另外一个测试呢，它是把柠檬挤在这个玻璃杯，然后放进去，黄色的是装太赫兹水，蓝色的是装没有照过的啦，啊，就是普通水，然后这两杯柠檬装在这边，15秒里面哦，那这个太赫兹水的能量可以穿透玻璃杯去调那个柠檬汁，所以你喝的时候有差别，哦，有差别。所以有时候也要看你这个杯啊，我也做过一个试验哦，这个杯哦是玻璃空气在玻璃，所以已经隔了三层，所以做出来呢它的口感就比较减少了，因为它的能量已经减少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照的时候尽量把那个盖全部打开，就不会隔了一层它就会隔掉它的一些能量哦，啊，你就把那个矿泉水瓶打开盖子给它照。好，那这个整个配套里面呢有些什么东西呢？它是多少钱呢？只是区1600新币，马币4500，它1000分美金分啊，美金分。所以你就有三样东西啊，它的公司也是很大，它就考虑到有些家庭是没有过滤器的哦，所以这个过滤器呢也是小小一个。这个太赫兹水仪呢也是很方便携带的一种，因为现在的哦，我们比如说我们的电话以前大哥大这么大力哦，但是现在也是出到很随身携带版，一个东西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所以他送的这个过滤器呢，它的功效也非常的不错的哦，你看它可以过滤这些生锈的红虫藻类泥沙，然后杀菌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这个太赫兹水仪 来达到的这个功效。大肠杆菌、这个、引爆子虫、哦、寄生虫都可以给它杀死了。好，那它的是坐垫是透明的，你看得到的，安装的时候你就看得到，可以洗、啊、它也容易安装，不用电、哦、没有废水，滤芯可以洗的哈。所以它的八成的小小一粒啊，0.1微米，有碱性球，所以呢它出来的水是碱性水，所以这个碱性水 pH 是从过滤器来的，而那个太赫兹它是不会改变你的碱性的 pH 哦。所以这个报告呢是新加坡的水啊，然后经过公司的 filter 再加上分钟的共振，
所以这个 column terahertz water， 哦，你可以看到 RPH 是 8.1， 因为刚才有一个碱性球，哦，然后这两个 column 就是那个 WHO 啊，这个世界卫生卫生部门的那个 spec 啊，它的，然后 environmental 这是新加坡的 spec， 所以你可以看到 chlorine 这个部分，哦，已经减到 0.6， 很低啊 ，spec 是5啊，少过5就可以喝。啊，所以那所以是可以喝啊，所以 that water 是多少我们就没有去 check 了哈，啊，因为这个肯定可能是少过5啦，多少不懂啦，但是你减到 0.6 就更好咯，哦，那个 equally 呢 ，equally 是小到没有咯，哦，小到没有，哦。这个 chlorine 他们其实那个政府抗 chlorine 就主要要杀菌，但是无形中呢它也是会伤害到身体啦，哦，所以懂的人呢就会尽量找一个好的过滤器把它减到最低，因为杀菌方面我们已经有这个太赫兹来杀菌了嘛，所以也不需要 很多 chlorine 了，哦。然后这个大肠杆菌，哦，老实说它你煮到100度，哦，它是不能死的这种细菌，哦啊，它是要到130-140度才会死，但是通过这个太赫兹的照射它可以清除掉大部分的，哦，那这个是新加坡的水啦，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很干净啊，其实呢一个星期就看到黄黄了，这个是两个月，哦，两个月在竹荣，因为竹荣是工业区，所以也是要看地区的，啊，所以马来西亚的，啊，就黄黄，因为什么黄泥水，啊，要看地区的，啊，所以自己要看，啊，所以可能马来西亚的在外面屋外可以再多一层过滤比较粗的，然后在家就用这个 0.1 的，啊，那如果你家已经用一个什么好的康根啊 eSpring 啊这种都可以用的哈，还可以继续用，这个就用照射就好了哈。那产品呢是会说话的，哦，一个东西多好，它都要有一个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它的产品好不好嘛，哦，我们要把它当成事业收。那这边呢，因为公司有强调哈，说我们这个太赫兹水哦，不是用来治任何病，而是说当细胞喝到这个健康的太赫兹水的时候，它的身体，我们的身体自己会疗愈，啊，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讲说会治疗什么病什么病，因为政府就会来找你了哈，因为每个人都讲会治疗，那就因为我们的水呢它除了它只是辅助，所以应该要去做 chemo 的还是去做 chemo 啊，应该要去洗肾还是去洗肾，哦，不要说喝这个水就不用去了哈，不是啊，不是这样的，反而你在做 chemo 的当儿呢，在做电疗的当儿呢，这个水呢可以给你的细胞有这个能量，因为 chemo 是全部的细胞都杀光，哦，好的坏的都杀，那它 chemo 它至少可以保留给你的抵抗力增强，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哦，所以啊，那你们如果有什么放在社交媒体要注意咯，要注意，因为如果说惹上官非，那公司受到影响，那我们就没有饭吃了哈，就会受到影响，哦，所以每次放见证的时候是要写这一行比较安全一点，纯属个人的分享哈，就是我们要保护公司，那我们全部人才有能继续在从事这个事业，如果公司出现问题那全部都不用做了，好，所以除了喝足够的水呢，我们一直要强调要均衡的饮食，充足的那个营养，足够的营养，睡眠，早晨的运动，开朗的情绪，这样你的细胞修复就会更快，更快看到效果，哦，所以不是说这个不是神水啊，你喝了然后如果你继续你就有的生活习惯，这样你的效果就可能不明显，哦，如果说你改变的话，就是会更加的好的效果了，
饮食哦，这些都很重要。那有些喝了，哎，开始会有一些调整反应啊，这些反应是好的啊，是好事来的。为什么啊？因为想象一下，我们的细胞，你它在那个情况本来的水就不是很大嘛，分子，所以你的细胞其实喝不到多少水。当你换成太赫兹水的时候，进去细胞的水变多了，所以你忽然间哇，好像呼吸很困难，很喘。原因是你的细胞突然间太多水进去，它就感觉到不舒服啊。这一个是一个过程啊，过了几天，哎，它已经适应了，它就会觉得啊好了，它就自己好了哦。所以你不用太过担心啊，自己观察。一定要观察，一定要观察啊！那如果你有一些旧患的，比如说以前有伤过这个脚，过一阵子哎没有痛了，原因是什么？你在看医生吃药的时候，他把你的伤口盖住吗？啊，那现在你这个水来，他就把这些化学的冲掉、洗掉，所以你的伤口是exposed 的了，所以你就感觉哎痛，但是他痛了过后，他就开始修复了。修复了，哎，过一阵子就好了，就长期好了哈。好，那关于那个 eczema 哈，啊，有些人一直会反馈这 eczema， 其实是跟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有关。所以当你的睡眠稍微迟睡，抵抗力就弱，你 eczema 就可能会来。所以你怎么做？就赶快喝啊，把这些毒素排掉，然后又喷。啊，皮肤敏感过敏的，哎，我本身也是有一天吃错东西，哎，就长了个痒，就喷哦，它立刻止痒哎，啊，然后就喝，啊，就慢慢的就消掉了哈，不需要看医生。所以这边也是有提到哦，啊，那我有一些朋友他喝了，他讲哇，突然间皮肤过敏，啊，这个也是一个排毒的现象哈，啊，可能他的身体已经隐藏着一些。啊，毒素或者是重金属，啊，他平时喝水又不是很多，又进不去嘛。现在换成这个水的话，哎，他把它挖出来，所以变成好像排毒。你觉得哇，皮肤过敏，啊，那你觉得要把它留在身体好，还是给它排出来？哦，他现在把它排出来好过留在那边沉淀久了，变成一个问题，变成一个癌症吗？对不对？哦，所以是别担心哈。一直记得一定要观察，一定要观察。如果说太过辛苦，就暂停啊，暂停，减少再观察 ，OK 了，然后再慢慢增加啊。尤其是老人家有什么病患的啊，你要特别小心，先以少量开始，然后慢慢增加。哦，好，那现在我们讲到见证，今天有邀请一些特别嘉宾。有吗 ，Gigi？ 还是 Teresa？ 哦、，Sorry， 我要开麦呀。好，Gigi 有啊 ，Gigi 的 Teresa， 你称呼叫 Teresa 一下。啊 ，Teresa 先讲咯 ，Teresa。Hello。好。Hi。Hi， 你好。Hi。Teresa， 你哪里的啊？来讲一下。啊，我是 Teresa 啊，我是阿拉斯加马来西亚的。好，好，大家早上好啊！啊，今天早上很高兴啊 ，Angie 今天能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我的见证啊。首先，我也是很感谢哈、，Mr. George、Gigi。他们来到阿拉斯加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太赫兹水。嗯，开始呢，我觉得是啊，刚刚Gigi 来的时候呢，哈，来介绍这个水呢，我就觉得哦，这个是又是一个水机，所以我开始也是不大接受啦。但是过后听他们分享了之后呢，哈。哦，就知道说哦，这个不是水机，这个是一个水仪啊，是共振这个水的啊。Then 就是在这个介绍我的这个立香啊，
人就鼓励我，但是我开始呢，我还是没有说马上确定要拿这个水衣啊，是我的上线，我很感谢他，这个丽香，他就很鼓励我 ，then 他就说啊，你还没有确定，不然我先借你用啦。我周末我回去槟城的时候，那么我就借给你，然后你就去供整这个水给你的亲戚啦、朋友啊，然后给他们试试这个水。所以他说，因为你我知道你是很喜欢帮助人的，说你全力去送水给你的朋友他们啦，所以我就说 OK 啦，因为我又觉得很好奇，所以我又想到我要知道更多这个水，然后我要收拾一些的 you know 回应啊，看其他人喝了啊有什么反应啊，所以我就答应了他。他就借给我，然后我就很勤力去弄水给我的亲戚我的朋友他们啊，尤其是他们的身体啊有一些状况的。可是啊，我就越送就越开心哦，因为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好的反应，所以又看到啊他们身体有的改善了，有的真的他们的病情啊真的好转。还有一个呢是我很兴奋的是我的一个学生啊，我本身呢我也是一个差不多退休人士了，然后我是在家做一些补习，所以我的一个学生啊，有一天我发现他哎呦他身上有这个牛皮癣蛮严重，就看他有时候他就在那边爬爬爬，所以我就很奇怪，所以过后呢他母亲来的时候我问他，哎，他到底什么他的身体这样有这样的，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牛皮癣是怎样的，所以他就告诉我这是牛皮癣，他说有看医生吃很多药了还是没有什么改善啦，所以我就我弄这个水给你，你拿回去给他喝，然后你给他喷一直喷，那我也一直交代这个学生你要全力喝水啊，然后你要喷多多水啊，你会好的啊。所以奇迹就出现了，过了两三个星期啊，哇，有一天我就看，哎，给我看看你的背一下。Then, 哇，真的，他的后面牛皮癣啊，好到连那个他的伤口啊，他的 scars 啊，全部都没有去啊。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这个水蛮神奇的咯。所以这样子使我更勤力啊，送水给人家啊。好，现在我就分享一下我过后，当我的上线丽香啊，他鼓励我啊，你应该拥有一台这个水衣了。Then 我说 OK 咯，我就答应他，我就拿了一台。当我开始喝的时候呢，第一件我的反应是 detox， you know。我觉得他在为我排毒 you know? 上大号的时候这些都有不同。 Then 过后呢我就过了一个星期就来是我会感觉一些关节的一些疼痛但是我也是全力喝啦，我喝了之后过了一阵子他就没有去了，但是第三的那个现象呢就来哇，因为我本身呢从小我都是有胃痛的问题和这个扁头痛，说可是呢在我四十多岁的时候我曾经朋友介绍一些保健品，我吃了之后呢我就从来这些的问题，但是后来嘴啊应该是差不多星期，为什么你觉得我的胃很不舒服，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是呢我还是继续的喝啦，喝了之后过后我就好起来，我的胃的问题也是好了。 Then 过来接下来呢哇又再来一轮呢这个我们说好转反应啊，我就突然间觉得我整个嘴巴有一天我醒了的时候，因为什么我好像我嘴巴痛到好像有凹色这样，可是我
照照照看镜子，没有啊，没有看到真正有凹色出来。可是我整个嘴巴痛哦，一天又一天，越来越痛，痛到连我的喉咙那边啊都很痛。但我正常的现象嘛，人我们就会 you know 胡思乱想。但有一天刚刚好，我就去进一个 Zoom 啊，当我们有这个 Zoom 的时候，就听到有一个人，他就问说：“哎，为什么我喝了这个水啊？我感觉好像我整个嘴巴好像凸凹色这样。”So then 我就听到这个甘波博士呢，就叫他啊、看啊，看看那个好转反应的那个 list， 说哦，看到哦，原来是说曾经有吃过很多西药的人呢，会有这样的，然后调转啊、好转反应。说、so, 我看了 OK 了，我就心想 OK 了，我再等几天呢、啊。然后我就勤力的喝水，然后我又拿来 gargle， 晚上睡觉之前呢，我也一直在 gargle 这个水。啊 ，Thank God that 过了差不多六天啊 ，Then 那天早上我醒起来的时候，哎，我突然间觉得哇，我整个嘴巴的痛啊！我的喉痛啊，也就这样啊，好到完 you know? 啊，我真的很感恩啊，我能接触到这个水。但过后，因为我一直送水嘛，所以我就一直啊拿到很多很多很好的这个回应，而且呢，一个个都有的呢，都会说，哎呀，这个水真的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you know， 所以很感恩我们能接触到这个水。然后我有一个。这个下线啊，他本身他有也是身体也是有很多的状况啦，然后有高血压啦、糖尿病啦、他的风湿关节啦，然后很严重的啦。哇，那天他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他很兴奋啊，兴奋到他自己出来分享啊，他说哇。他喝的时候，我介绍他这个水的时候呢，他喝了，他就有觉得那个反应。但过了，他又再说：“来，你再给我多一点水，我要喝。”然后他又来拿了，他喝了。开始他静静，他没有告诉我 ，you know， 任何状况。但哇，他越喝哇，他整个这个关节啊，很痛，痛到很痛。他就跟他的先生说，他先生说哈，好啊，你吃了只是喝水吗？就有这么多的这个反应，你吃了这么多保健品啊，你都没有说有什么样的反应，反而你喝水罢了，这么简单都有这么大的反应。他说你继续喝继续喝，他的先生就鼓励他，就这样啊，他就喝了，过了两三次他来拿水了。Then 他就又做了很多他自己啊，因为他们这些都是 educated 的人，说他自己也上网去查，他又去问他的亲戚、他的朋友 ，Penang 的、KL 的，问到新加坡的亲戚朋友去，到后来他自己告诉我，他说：“哎，我看我决定我自己要买一台。”You know， 所以这个朋友呢，他很勤力的，他很爱上我们的水。You know， 好，他去到哪里呢，他都很兴奋的跟人家讲说这个水那么那么的好。所以呢，他喝到他的、糖尿病改善了，他的高血压呢也变成很正常，还有他最高兴的就是他的风湿关节，他风湿关节到很严重，他是有吃药的，但是今天呢他都不吃了那个风湿关节的药，他说他整个身体的那些关节痛啊全部都好了。他说他痛的时候，他连一张纸啊，他要拿一张纸他都感觉痛，他要驾车啊，那个 steering wheel 啊，他要抓那 steering wheel 他的手都痛，要上大号要 去那个 toilet bowl 要抓都痛。你想看那么的痛苦，但是今天呢、啊、他是那么那么的兴奋，他说他只是喝水都能帮助到他这么大的这个改变。
所以他真的很高兴。还有呢，他也很兴奋，他只是喝水罢了。You know, 他说他是80多 kg 的人，可是呢，今天他已经减了10多个 kg， 14个 kg。所以他说，你看，我只是喝水。然后我的其他朋友就很好奇，他说，是吗？只是喝水罢了吗？你没有去减肥啊？你有没有 diet 啊？这些他说没有，我没有 diet， 我很喜欢吃东西的。是的，我的这个朋友呢，他很 enjoy food 的。说 thank God， 他现在今天呢，他喝到他很高兴，而且呢越来越健康。然后，所以他去到哪里，他都在跟朋友分享。所以我现在呢，我这里我的几个朋友啊，还有一个呢，他就是听到他的见证，然后呢他也来跟我拿了水，他喝只是喝一桶罢了，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敏感啊都已经有改善。然后他先生呢的这个便秘的问题啊都已经改善了，说很多很多的奇迹啊， you know。所以我们这边呢都是很兴奋的，我们很兴奋，他天天都在送水，所以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说他们来呢我都供整给他们水，只是有一些身体比较严重的啊， you know， 好像那些中风的啦，那些已经材质了的呢，然后家里有老人啊说不方便呢，那个呢那些我就会去到他们的家去送水给他们。说、so， 很感恩，很感恩我们能有这个 Mr. George 把这么好的这个供整水的仪器带进马来西亚，使到我们马来西亚人真的很受惠啊，一个个都喝到很健康。谢谢你，讲得太好了，谢谢你，太好了，真的谢谢啊，Thank you, thank you。所以你看，帮的人越多，那你受得到的福越多哈。最后一个啊，我很兴奋啊，来，是因为我因为我去送水给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他有一个朋友很不幸的，他们的家人也中了 COVID。 Risa， 你的 network 有问题，说我 一口我就答应了哦。可以听到吗？可以可以，现在可以。有吗？有。所以、so， 我没有想到，我就一口气就答应了。所以、so， 我回来了之后我供着了水，我想哎呦我要去他的家哦，去到他的家去送水。我想到哎呦 I better 弄更多桶的水给他，所以我就一口气弄了6桶 的水 5 liter 的，我送去给他。所以、so， 我只是用 WhatsApp 给他，然后他们也没有出来，他只是叫我你放在那个 gate 的外边，我们自己出来拿。所以、so， 就这样我只是送了2次给他。 Then 第二次呢他就告诉我，哇他的 COVID 已经好了，医生说他好了。所以、so， 他第三次呢，第三个星期呢，他说你不用来送，因为我可以去做工了，医生说我可以去上班了。所以、so， 他说我过来你家拿。说他来拿的罢了，他就说哎，我们家这样多的人都很需要喝这个水，这个水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也改善了他自己也是有便秘的问题。说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长期喝下去这个水，所以他自己就建议说，就问我哦，我要去哪里可以订购到这个水仪呢？哦，就这样他就马上订了一台的水仪拿回去。说到今天他也是很高兴， 真的感谢这个水啊，我们的这个太赫兹水，谢谢谢谢。哇，非常感恩，这个是第二次有听到那个 COVID 的、哦、有帮助、哦、所以、哦、人家讲哇这么神奇嘛，叫他们来试了就知道、哦、谢谢你 Teresa。 然后 Gigi thank you, 你的团队、来Gigi 你的团其他的见证你要讲吗？还是得由他们自己讲？这边有一些
面瘫的，也是有帮助到哦，非常的好。啊，谢谢你 ，Angie。啊，留下一次他们自己讲会比较生动。嗯 ，OK OK， 好的好的。哇，好好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自己看了哈，自己看啊，面瘫的，面瘫的，哇，真的是不可以拖太久的哈。啊，我有一个老板哈，我们公司的那个高层老板，他就是面瘫，他就去中医啊，给中医调。然后他说哦，已经错过了那个期限啊。那原来哦，喝水的话也可以改善哦。所以这张图我一定要拍给他看。然后这个呢，就是那个过敏的哈，药物过敏啊，弄到这么肿了。你看啊，只是喝水，喝水怎么可以洗掉吗？洗掉那些过敏的哈，然后就已经恢复了，非常好。那我其他的来坐骨神经也可以哦。啊，因为什么？我们的神经线全部都是需要喝水的。当他有喝到一个好的水、有能量的时候，他自己会调回去哈、哦，调回去。那至于说有些人拿来照，这是因个人哈、啊，个人的分享哈、啊。因为我们的公司主要是说拿来照水哈、啊，拿来照水喝啊。那个这个呢 ，Alice 上个星期已经分享过了哈、哦，甲状腺啊、肾脏病啊，也是 COVID 的哈、哦、，COVID 的。啊，四天哦，四天就出院了，非常好。所以现在的冠病哦，虽然说有疫苗啊，啊，前几天我看到新闻哦，啊，新加坡的，哇，有一个人已经打了两次的疫苗了，因为疫苗有第一次跟第二次嘛，打了两次的疫苗还是中冠病呢，啊，所以这个东西呢，打了疫苗就安全吗？不是的哦，还是要靠你自己身体的免疫力是最为安全的哦。所以先还没有中的就先调好自己的免疫力，怎么调呢？当你喝到这个好的太赫兹水，它会增强你的免疫力。那已经中了怎么办啊？赶快就喝这水给它洗掉啊，洗掉，把它这些啊，好像有些还没有中之前，如果喉咙不舒服了，就赶快先喝，感觉有一点热气的时候，这个水是非常的很好啊。我已经听到了几个身边几个朋友啊，他都说哇。他经常熬夜的人啊，诶，他喝上这个水没有发热气哦，所以他非常的感恩。所以这种是平常我们都可以听到的啦。那这个也是之前 Gigi 也是分享的哈、哦，就是这个印尼的这个癌细胞乳癌的已经延到脑癌了哈、哦、啊，虽然他有吃保健品，但是效果很慢，因为你配到一个不对的水哦，他的营养进不去。哦，所以当他配到一个好的水时，哇，全部都问题都已经恢复，差不多要恢复正常了，至少有好转的哈、哦，好转的现象。当然，我们不可以说哎，他就不用去什么做化疗，他应该做的化疗还是要去的啊。我们也是说啊，这个水呢是属于辅助的方面来帮他，好不好啊？所以应该做化疗的还是要去做。应该看医生的还是要去看啊，哦啊，小病的话能够的话就那、啊、这个呢是Angela 之前也是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肾脏病的哈、哦，还有洗肾的，你看那个洗肾的，然后他几个星期一个月左右呢就看到这个效果，所以非常的感恩。然后他也是有那个前列腺的啊、哦，前列腺的医生的报告，你看哦，一直以来都已经。不是很低，但是哇，他一喝到水要减到 1.3 亿，非常的低，才喝两个月时间哦。那他的癌细胞呢也没有了哈、哦，哇，这个非常神奇啊！人家听到也是会觉得哇，这样好嘛？啊，人你不相信没有关系，就来试了哈、哦，来试自己试啊，无所谓，我们可以送水的哈、哦、啊，所以好在这点就是说这个水它成本不高，我们送得起。所以为什么送水、送爱心、送健康、送财富？当你舍的时候，你就会得啊，人家感受到你的爱，感受到你的这个关心，他就会很愿意跟你买这个水衣哦。那你买水衣的时候呢，我们公司也是很有大爱，把多数的利润都分出来，分出来给大家，分出来给这些用户哦，所以让你喝可以用到免费的水衣，然后。全家人都得到健康。这个呢是我的伙伴 Mary 哈，
他的小姑经常之前呢就吃快熟面，我们知道都快熟面的很多毒素和防腐剂嘛，哦，所以皮肤很糟糕，这些皮肤的问题通常就是你的血肮脏，哦，所以他喝上的时候呢，哇，就很感觉到了不错，因为呢他的这些氧哦就已经没有了，哦，啊，没有氧就很好的睡眠，很好的睡眠一切就会 调理、变成正常，然后很赚到的就是说他还瘦下了5公斤啊，变成了一个美女，哦，啊，以前就是，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哦，当你的哇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皮肤不好，现在变到，很好了，你的情绪也变得开朗了，比较好了，哦，那情绪好的话一切都会很好。那这个是 John 马六甲的之前的分享，也是因为，也是瘦身，哦，也是无形中的他喝到5公升耶，天哪，如果说普通的水可以喝这么多吗？医生是说不可以喝太多水会中水毒，有没有听过以前的有吗？就是以前的水是大分子，你喝太多变成一个负担，因为没有被吸收，但是太赫兹水又不一样，哦，它的分子是小到很小，那它可以吸收的话它反而是起了一些，这个减肥的效用，然后还除此之外还增加它的抵抗力。你看这个报告是它中了蚊症的报告，哦，它的血小板你看都没有低到很厉害，因为都是在健康水平，因为，这个蚊症，哦，它普通热症，啊，是没有药医的，就是要靠你自己的免疫力的，哦，所以他的邻居，哦，就没有喝这个水的，就血小板掉到很厉害，然后要去医院吊水，然后这个普通热症，就听说不可以中第二次第三次，因为会有，生命危险，啊，那现在呢，科技的发达，只是喝太赫兹水而已嘞，你看这个血小板就是安全的，就变成说，哎，这个变成有一个，没有不是所谓的致命的了哈，当然我们还是要预防啦，预防这些蚊子的滋生啊，那这个 John 呢也是有帮了一个喜肾的朋友哦，这个喜肾的朋友看他的，之前都是比较憔悴的，头发没有啊。500ml 普通水过后可以升到1公升太赫兹水，然后也长头发了，也比较气色比较好，年轻了，哦，那这个是我本身的，我的是遗传性高胆固醇，啊，一直都是已经，偏高的，那，COVID 的时候三月尾我才决定请这台水仪回家，那我一直以来也是有吃保健品的，哦，所以这一边呢我自己在跟自己做测验啊测试啊，哦，你看这3个月期间呢我就180在家煮啊，因为 COVID 嘛，然后吃保健品，我的过滤器是减轻了，哦，还是一样，保健品增加，然后哇它就减到很漂亮185，然后过后呢我就，可以出外用餐了，我们就多数时间都出外用餐，那我就试一下把这个保健品剪成一粒，哎，它又弹回来一点点，哦，所以这边我要强调的是什么，除了喝水你的饮食还有营养也是很重要，哦，有些因为胆固醇是没有这样容易，它，不因为它有好的胆固醇和坏的 胆固醇、哦，所以可能需要一些营养来帮助，哦，一些所谓的保健品啊，所以你看这边呢，这个什么，这个另外一个 experiment 我做的，哦，就是滴那个血去显微镜那边看，哦，这个血粘稠啊粘在一起全部粘在一起，然后有一粒发现了一粒这个东西是什么，血小板，哦，它已经血太粘稠了，变成它的血小板凝固了成一粒，这个呢这么大粒，想想看一下，哦，我们的脑细胞，脑血管这么小的话，会有可能如果没有照顾好，没有及早发现照顾好，哦，可能会有这个脑栓，那个脑血栓就是中风这些问题，哦，所以呢我的父母呢也是血粘稠的，我的爸爸是中风第一次可以医过来，因为他中风过后半身没有知觉嘛，他的坏习惯全部改了，因为今天如果你同样重复你同样旧的习惯旧的想法，
你怎么样会拿到一个新的不同的效果呢？所以你一定要改变、啊、所以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一直讲说完全改变我要什么，一直问你你要是什么东西。如果你要的健康，你就要改变你现在的生活习惯、哦、所以我的爸爸、啊、一中了他就会改变，改变了过后好了嘞，好了、哦、他的、啊、就没有抽烟，然后他的饮食、啊、原本喜欢吃猪脚的、啊、虽然他是瘦瘦的还是建筑劳工有流汗，但是那种是什么压力下太阳底下的汗，所以不是怎么健康、啊、所以他在中国就不能做工嘛，所以这边、啊、当中就比较relax 一下，没有这么去压力太阳底下的嘛哈。一方面他的饮食也是有调啊，饮食一定要调，所以他就好了。好了过后，他又恢复他以前的这些习惯，抽烟啊，啊，抽烟啊，然后这些饮食啊，又再恢复咯。然后第二次中风就去世了。然后他去世的时候是在凌晨啊，凌晨五六点。所以刚才我们就提到说，睡醒第一时间要先喝水。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血粘稠，你想一下他血已经很粘稠，他又没有喝水的话，那个血走不动啊，就会卡住、哦、卡住了就会、去到医院、就去世了咯，就没有回来了。那我的妈妈呢、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开心的、哦、所以她的60岁她的头发还是黑的，但是呢因为我爸爸 去世、哦、她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她就很伤心，伤心一夜之间、哦、他的三高一起来，所以有一套戏啊，那个白发魔女传、哦、一夜之间变白发，这是有可能啊，啊因为你的情绪哇非常的伤心，所以他的白发就全部出来。所以我的妈妈就是因为太过伤心自责啊，其实是自责啦，因为没有见到最后面，所以他就就是那个情绪，刚才我们提到情绪非常的也是重要的，三高一起来就怎么样就吃药咯。那 早吃药 那当天出事的当天早上他还有去检查身体哦，去医院检查血压全部正常的、哦、正常的。一方面因为早上的天气比较凉，然后他有吃药，然后到了下午傍晚哦，哇天气又很热，在槟城嘛，大三角澳嘛了哈，他的天气很热，然后再加上又榴莲季节吃榴莲，到了傍晚他就头痛，眼睛就蒙，眼睛蒙其实是血管爆了，就遮到他眼睛，然后过后他就要呕吐，所以这些征兆、啊、就是其实在血管爆在脑了，去到医院、哦、已经超过了，所以是傍晚的时间，所以、我们要转医院 也没有办法了、哦、所以他已经超过一半了，所以就隔天留到隔天早上了、啊、所以他等到隔天早上他的八个孩子、啊、全部来看他，看完了他才走，然后会有好转反应的，他会有那个、回光返照啊什么，他感觉诶感觉好像会要好了、哦、结果还是会走、哦、所以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我们的意志啊啊，意志也是很重要。当你一个人哦，他已经对生活已经失去了那个生活的意义的时候啊，你不管有多好的医生都救不起来的。啊，就好像有一个故事哦，他就明明是诊断错误，医生就跟他说，哎，有癌症要死了，剩几天的命，他就完全放弃了。放弃了的话，整天就消沉消沉，那真的就会三天过后去世。反而另外一个人呢啊，真正是有病，但是呢他有孩子放不下，他觉得他不可以死啊，像这种情况呢奇迹发现呢，奇迹发生呢，他真的是活下来。所以、哦、我们世界上真的是有奇迹的，所以我们不要放弃 虽然说有一些病没有关系，就去尝试，有人说好就去尝试、哦啊、就会有奇迹出现了、哦啊，总之就是要意志要坚强。好，那就讲到这个水哈、哦。好，这个水呢，你看我 zoom 进去的时候，它是扁扁连在一起的哈、哦。但是你喝了1公升的太赫兹水，它全部散开了，散开了。那表示什么？血粘稠有希望了哈、哦。啊，只要你改你那个根，就是因为血粘稠嘛，
只要调好我们的血的话，你其他的病症就会下来了啊，什么高血压、睾酮不成啊，都会下来啊。这个是我孩子的皮肤问题啊，他的抵抗力也是比较弱，所以我就啊请这水鱼的原因之一啦。然后这个我另外一个试验就是抗氧化，要证明这个水是抗氧化的。这个差不多黏啊，太久没有带了，它就黏，我就浸泡在啊它的生锈的水全部出来啊，这抗氧化自己可以去试。然后这个美凤呢是我们 Mary 的朋友哈、啊、佛堂的朋友哈、啊，他就听到讲到这一点哦，我三月我请了这个水姨过后啊，虽然我是有遗传性高胆固醇，我知道说需要时间，所以是需要三个月。我没有坐在那边等我的成绩哦，我是先送水送给我的同事喝。那时候我还在做工程师，我送给我的同事喝，因为多数 office 的人都会有高血压的问题的啊。然后 Mary 呢，她是 production 的，她要经常走动，所以她的膝盖有问题，脚痛的问题。所以他喝了一个月哦，诶没有痛了哦。然后我就劝他，他原本哦他是不相信其他的，他就相信运动这些吃普就是三餐这种吃的好。但是过后我就跟他讲这个水，哇他装了那过滤器过后才发现，哇原来新加坡水是不干净的哦，一个礼拜就黄了。所以他的朋友美凤就在他们课堂的时候听到 Mary 的分享，诶然后朋友这个美凤有很多问题，你看啊，耳鸣、手僵硬、鼻子敏感，然后啊，美凤就跟他 Mary 讲，诶他要试一下咯啊。然啊，美凤他是用康根的水机的哈，他的还是有这些没有办法解决。那 Mary 呢就用他的水仪来照他的康根的水三分钟，然后每天这样照。他喝了两个月过后，他的问题一样没有掉了。他鼻子敏感才十天，他有喷鼻子哦，鼻子啊，那他的甲状腺瘤哦，你看小了，不用再开刀了。所以啊，医生也很好奇哦，因为医生没有听过这个太赫兹嘛，啊，所以医生不是神啊，他未必什么都懂啊，啊，所以你要问哦。要问对人哦，你去问到一个普通医生，他对这些科技都不懂的人，他肯定跟你说不要喝，他不了解的东西他不会冒险，他叫你不要喝哦，肯定。那你知道你了解的啊，你要问对人啊，就要问哪里啊，都问 Dr. Prabhu 啊， Dr. Prabhu 是有对这水有去研究的，问谁？问甘博士啊，有对这水有了解，去深入了解的，要问对人啊。那你看他的肿瘤哦，他有喉咙痛，本来照 MRI scope 都找不到原因的嘞。他的胃哈、哦，他的胃也是一碗饭吃不完的，现在哦都可以了。还有你看他的呼吸，哇，很多问题，因为什么？就是细胞出现缺水的问题了，他的水都没有被吸收到。他改喝了这个太赫兹水，他睡得很好了，指数很好了啊，一碗饭可以吃完了，脚膝盖的也慢慢恢复了哈、哦。啊，然后他的肿瘤，你看他的肿瘤哈、哦，从 4.5cm 已经回到 2cm 了，不用开刀了，多开心啊！他还去看了两间医院了，医生一直坚持叫他开刀，所以有时候要看自己啊，你要自己去衡量啊。医生肯定是叫你开刀的，但是你要自己衡量，你要自己观察你的身体。如果他的那个肿瘤他没有再恶化，没有其他问题，你还可以去试其他的哦，因为。开刀哦，我自己本人啊，本人的观念啊，他不能治根啊，他只是治标哎，啊，你的根，你的问题，你还是要去调的，要不然他还是会长回来的哦。这是我个人哈、啊，我是觉得，所以我通常哦，都是没有完全听医生的、啊，因为医生有很多种啊，我跟你说。啊，有些是可能刚刚毕业经验不足的，他一看到哇，他不懂，他就跟你讲。有一次我的 eczema 一个 polyclinic 他就跟我讲，哇，生蛇啊，吓到我，哇，很怕嘞，蛇会死的嘞，走完一圈会死的吗？我们的就有思想了，我不懂了哈、哦，那我就再去看我的
公司里面的医生他比较有经验，他讲啊，这个不是啦，给一个药膏擦就好了。哦，所以每次同样一个位置嘞，擦了药膏不是会好，但是过了哦，还是会长的，就是我们的抵抗力稍微弱的时候，它还是会长的哦。啊，所以哦，不是每个医生的话都会听他。如果你看到一个医生，他跟你讲有这样的癌症，你要去看多几个比较资深的哦，去确认一下哦。啊，因为你为了一句可能是错误的讯息，搞到自己哇很崩溃，很情绪受影响的话，它真的是会引起你的健康问题啊。所以讲回去，这个美凤，你看他很开心的啊，我们有放在群里面呐、啊。所以呢，他的问题解决了，你看他一个星期，他其实哦是喝那个水啊 ，Miri 送水送到两个月的时间给他喝。喝到他差不多好了、哦、他才来、去出来听我们的 Zoom， 然后、听到我们 Zoom 讲说诶，介绍四个人就免费，他才买了过后、啊、一个星期里面他的朋友也跟着买，就免费的、啊、所以现在就是净赚了，就是一个收入啦，不要讲赚太多、所以他这边呢还有他先生的鼻窦炎、哦啊，所以请大家合作一下你的脉啊，鼻窦炎一样的，开刀了还是会长回来，所以还这个水呢可以帮到他。所以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喘，就好像刚才我讲的这些反应哦，是正常的，因为当你有一些改变，好像我们的水改变那个水的时候，你多数的水进到你的细胞，所以你细胞哎突然间感觉不对劲，虽然不舒服，但是过后它会调回去，它会。就会正常起来了、哦、几天的时间、啊、所以因人而异、啊、有些的反应，有些喝了没有反应、啊、完全没有反应，那就可能说诶他可能需要一些营养了、哦啊、那你看这个左邻他是癌症病患者，他精神比较好，然后他就跟我反馈说他弟弟糖尿病，还有说他的先生的那个肉瘤、哦啊那身边的人也是会因为你而改变，你看他的先生之前只是喝咖啡啤酒，从不喝白开水，但是因为你从你开始有喝白开水的习惯，他也是开始喝了，那你喝到好的水，当然这些问题都会减少。那如果说还是保留原有的习惯，你看那迟早会有问题、哦、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了、哦，所以病要从浅中医。那这个阿恰的也是我们同事，他的儿子青春期嘛、哦、有一些荷尔蒙，所以他水给他洗了再喷、哦、然后小孩子 baby 也可以喝、哦、很多 baby 都有黄疸的问题、那其实呢都可以泡奶，可以煮了泡奶来给 baby 喝、哦、还可以冲凉、哦因为这个水、实在太可以润流，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啊！哦，因为它是所谓的，成本很低嘛，就是家里的水龙头这样开锅滤，照三分钟就可以用了。哦，那这边你看，美丽可以喝，要孕妇可以喝吗？啊，孕妇有人可能会问，孕妇可以喝吗？如果是我，我会喝了哈，因为什么？在怀孕的时候其实是很热气，很多胎毒，那如果你把它洗干净的话，你的能量之后你 baby 生出来肯定就是比较 好的啦，皮肤，因为很多 baby 都是带那个胎毒出来，所以很多皮肤问题，很燥热，很热气、哦、那这个我的儿子、哦、经常给蚊虫咬都会肿大，大力要看医生，那我跟他喷了、这几个月去一年了都不用看医生，有虫咬我们喷隔天就消了，然后打架你看打架这个给这个钩打到了，喷消了嘞、哦、所以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很值得啦，当然也是免费的啦、哦、因为我们用的好，我们送水、哦、有送就有得了、哦、好，那除了这个产品会说话，如果再好的产品、哦你要有一个很好的那个什么那个市场计划啦、哦、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事业的话呢除了产品好，我们还要看几点呢？选择比努力重要哦。我们还要看接下来的几点，就是说公司有人问我老板是谁啊？一个老板还是怎么样啊？
啊，这个不是啊，我们是一个太赫兹集团，是一个集团，所以它有研发部门啊，所以研发这一块我们就不用担心，它一直会进步。那营销部门我们就负责营销部门哦，所以营销是靠口碑的，用得好就介绍人哦，分水给人家喝，也是在做水布施这个文化啊。那公司也是有培训培养的，每个星期几啊都有啊，由总部来培训的了哈啊。那店铺呢，我们也是走啊去那个养生馆啊，因为养生馆给人做了 treatment， 他也是要喝水，所以你搭配到一个好的水，那个效果更好哦。好，所以你们也是可以这样子去，所以变成哦家家户户哦，不用开店也可以看到你的太赫兹的招牌。啊，这是公司的策略。那公司的文化呢，都是讲爱的哈、哦，因为凡事都是从爱出发哈、哦，水布施做善事的，所以他的精神除了创新啊，要走在那个科技的顶端，然后也要有一个诚信，还有奉献感恩，所以一直鼓励人们，一直要感恩之心啊、哦。所以今天你可以接触到这水都是有缘啊、哦，我们就有缘就在这里啊。啊，那要很那个积极的学习，因为每次讲的可能会不一样，会有加新的进来啊。那你可以听到别人的分享啊，那增加你的信心。那你有什么疑问的话，不明白进来 Zoom 那边问哈、啊，来学习啊。那活到老学到老哦，今天不进步一发现就是等于退步了哈。好，因为科技一直在进步，在发达，我们也是要跟着进步哈。好，这边你看他的愿景和使命、啊、都是要帮助人们健康，获得身心灵全方位健康，还有一个教育的平台、啊一个国家穷不可以穷教育，你看 李光耀当初、新加坡是一个小国，被逐出、马来西亚，从被自己要自己独立、哦、你看他都是很注重在教育的，所以一个公司一个家庭真的不可以穷教育、啊、教育才能开拓人的视野，然后就会更加、创新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来上课呢是在学习新的一些知识、因为科技是发达，你不能停留在一个井底之蛙的这种想法，所以这个水呢它除了通血管通肠道还有通经络，所以刚才我们也是有提到那个神经线哦，其实你的中医是啊，经络肠道全部都有帮助啊。好，那所以产品真的是很独特，然后文化也是鼓励水布施这个文化啊。那你水布施那个会通财通，你舍的话就会有得啦哦、舍先以生命影响哦、以爱以善为先，以爱为本哦。啊，所以多关心人，多了解一下，人他什么状况，然后你就送水给他，啊，他喝了还要多关心，去 follow up， 啊，喝到怎么样啊？哦，啊，然后还需要怎样，然后你才会得哦，得到健康、财富、快乐、幸福，因为你帮到一个人哦，胜过你赚100万。你今天赚到，如果说因为赚钱哪里都可以赚，哦，你要赚得开心，赚得啊。心安理得哦，那这里是一个对的地方。好，那谁啊？谁在那边呢？please 啊，先留一下，还有一下子还没有讲完，给我讲完才给你们讲啊。好，那很多人他哎，哇，好像我是很喜欢分享的，有好东西我一定分享哦。那我看到这个时候啊，哎。哇，真的跟别人的不一样嘞！哦，别人的直推奖很高，对碰奖很低。这个哦，我是看到第一个，他的对碰奖是这么高的。他因为什么？他要鼓励人走团队啊，抱团取暖这种团队的精神，而不是靠个人英雄啊。如果你直推奖高哦，搞不好可能会产生抢人啊，因为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嘛。所以共同的朋友你可以帮助他、啊、经营者我们怎么样靠口碑咯、啊、那这样介绍多少人2-4个怎么说呢、啊、只要你的下面有2个人
或是有四个人，左边两个，右边两个，我们每个人只能放左和右啊，你的左边牵一个人，后右边牵一个人啊，你介绍两个。那如果说这个第二层的呢，第二层呢，它可能是上面这个介绍的，啊，有可能是上面放下来的。左边是弓线啊，弓线，每个人有第三个人一定会放下来。那右边是你自己的线啊，自己的，就自己的，所以你介绍的右边，哎，这个人用的好，他介绍人。如果这个人没有介绍，你就有人你就放给他了。哦，所以第一层对碰拿到多少？400美金分哦，新币是乘 1.6， 马币乘 4.5。然后第二层呢，这第二层的人哦，未必是你自己介绍的，也是算你的，他是800分哦。所以这两个加起来都已经1200分哦。你要开一个户口，买一台水仪才用1000分而已，所以你已经回本了哈，已经赚回来了。所以你的这个奖金的公司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85%这个奖金分可以拿来买水的哈，然后另外15%它是放在另外一个户口，是产品的，可以给你试产品购买产品的啊，那没有关系，两个都是你的钱哈，只是它暂时分开。然后第三层过后呢，无限贷400分啊，这一点哦。无限贷就是非常的那个吸引力啊，有吸引力，因为你不需要每个月去maintain啊，要买什么东西不需要哦。那除了这个，万一每个人都要介绍两个呢，你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啊。那左边的第一根跟右边第一个叫成碰，就是400的啦。然后接下来的呢，不需要同一层，它可以在哪里都可以，它是算分数累积的哈，所以800 VV 乘12%就96块啊。其实呢有几种可以到了金卡的、钻卡还有报单中心，我们通常一排一个户口就是金卡的哈啊，那个钻石是两排一个户口啊，或者六台报单中心啊，多数的就是金卡或者是报单中心啊，因为两排的相差不大哦。好，你看这些全部对碰奖就是额外的啊，净赚的哈。哎，那有些人他讲我不喜欢分享呢，不喜欢分享也是有奖金拿哈，因为公司要回馈这些顾客嘛，要回馈啊，怎么呢？怎么看呢？就说如果他没有分享，他的右边肯定没有人嘛，因为是自己的线嘛，那他的左边上面的人会放下来嘛。所以啊，放一个他就拿2.4块美金分，放第二个他就拿2.4块美金分，然后这个介绍两个哦，时代他搞不好很快就已经回本了，也就是变成免费了。所以早进来早买的人早开户口好啊啊，早好啊，因为接下来的人都放在他下面，他就开始拿钱了哦。所以有些啊，不要在那边等啊，等啊，上面已经排很多才轮到你哦。啊，早一点进来试喝了这个水，哎，觉得不错了，就可以进来了，可以买了，然后你也开始做这个送水的动作哦，帮助更多人，那你的奖金也是会回来。那这一个呢，福利奖金呢，也是一个多的哈，多余的。当你累积到这个没有压力，他不会说，哎，每个月一定要冲目标，不需要。它不会洗掉的，你的分数还是保留的啊。那当你累积到小区边，因为你有左边右边嘛，看哪一边比较小的哈啊，你达到这个11万 PV， 一个单位就800 PV 啦，因为每个人买一台的话，你就赚这个800 PV 吧，应该是这样哦。累积到一定的数目的时候啊，你去看你的户口，它会写，哎，你是主管，你是经理。哦，当你达到这个你就拿这个礼包啊，达到经理就拿这个礼包啊，这个奖品啦，每个人都会达到的，时间的关系，你快和慢而已哦，你有去积极送水哦啊，积极分享哦，你就会快一点多拿到的啊，这个我也是很喜欢哦。所以它没有所谓的 overriding 哦，没有，就是平的，每个人公等公平啊，它也不需要你哦，你花大钱你就拿高奖金，没有啊，因为别人呢是这样的啊，这个是 flat 的，一个奖
讲一个产品一个价钱、哦、然后可以用多久，这个产品五万次啊，五啊 十多二十年、哦、啊，那这个啊很多，现在目前已经一年多，已经有几位达到这些高级总监、哦、所以他把这个分红啊拨出来给我们啊，有讲课的有分享的都有奖金分拿、啊、好，那这个收入方面呢、哦、倍增、哦、倍增的，这个是一个一个人的收入，你看一下7月10号啊，才一天啊1179美金，但是去到18号8天的时间它已经涨了183亿了，去到1月了才4个月时间啊，它已经去到3720、哦、这是其中一个 奖金而已、哦，这个奖金就是那个对碰奖、哦、它有啊，其他的奖呢还没有放进来、哦啊、已经去到3000多，所以它这是靠团队的，你付出越大，你的团队越大的时候，你的收入就会超越，远远超越你 一个、打工，你想一下要多少多久才能、翻倍啊，不可能 啊做了十年才增加50%就有 啊。那这个小小的一个仪器啊，这个有十大优势啊，为什么要从事这个，因为水是必需品，人人都要喝，所以我们这边呢也是在做一个教育的工作，教育人们说这个水的重要、哦、喝到好的水、哦、然后喝到这个水你相比其他的品牌的、哦、这个价钱呢是蛮公道的啊，所以要非常感谢它是在中国出产、哦、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喝到比较便宜，如果在日本的就不止了哈，日本出产的就比较贵，但是它的效果呢你看是多么的好哈，所以也不输的哈，不会输哈，会输给其他日本牌子的哈啊，那你看它的回报也快，不只得到健康，我们也是得到一个收入啊，因为现在 COVID 哦，冠状病毒，很多人的事业，很多人的生意都受到影响哈啊，在所以现在而且健康，人家也开始意识到这个健康的重要，所以这个健康的趋势、哦、一直在上 啊，所以你没有你要看到、啊、要看到真的，因为现在市场还是很大，很多人还不懂，所以你要赶快进来你就会分到一杯羹、哦啊、很多时候都是 early bird， 你看到 early bird 的 benefit 是最多的、哦啊、你等到全部饱和全部人都有你才后知后觉、啊、我们要先知先觉、啊啊、那也不用每个月要缅甸买什么东西，不需要的哦。啊、就是单的那、容易复制、啊、一台水1600很容易、啊、然后又可以带方便携带，出国你也是可以带、啊、照一下你的茶你的咖啡也照一下，你的果汁照一下它就更好喝更好哦，做布施、哦、所以我们每个月其实都有做一些、水布施这个活动，送100桶水、哦、然后这个太赫兹高科技它现在是目前是高科技的之一、哦、还没有其他可以，当然有一些冒牌的啦，他讲他们是怎么带怎么带、啊、但是你看一下懂的人、哦、好像我懂的人我一看就知道了、哦、什么实力心啊什么他连那基本的盆都没有做好，就没有用的、哦啊、我们的一粒就够了、哦、下面呢一个洞就够了，集中他的 power 集中、哦、而且什么瓶子都可以盖，好，人家实力没用 OK 好，不管是购买投资、啊、不是购买啊，我们不是购买，我们是投资，投资健康，投资事业，没有风险、哦、没有风险，那水布施的慈善在做慈善、哦、送人、哦、好，那这是我们的，你看三月份我们去送师傅、哦、他一摸这个水啊就讲说有能量，所以在他加持了过后啊再送出去、啊、更加好、哦、那、啊、昨天 Dr. Prabhu 不是有、啊、我们有放一个影片哦，日本的 Imoto、啊、他的这个、这个博士哦，他就是讲到我们的水是有灵性的呢，你跟他讲感恩的话、哦、他会给你好的效果，你如果不相信他怀疑他诅咒他就不会给你好效果，
哦，所以这位师父呢，他就感觉到他这个水有能量，然后他就加持，哦，念经加持，然后送给他的信徒，我们送了一百桶水去，哦，所以非常感恩，不只是这个新加坡啊，那个台湾的师父也是这样讲的哈，所以这个东西啊。啊、而且他们也是 有一个来会通灵啊，就讲这个水这个公司可以做、啊、你们要 focus 啊，啊不要啊，这个是可以做的哈、啊。好，那有好消息啊，好消息，哇，十二点了，新产品介绍啊，因为很多人他讲喝水的，哎，没有什么看到什么呢，这样可能你就需要一些啊产品来辅助哈。啊，所以公司与其给别人赚呢，公司自己也是，跟一个美国的，那个gene 的 DNA 的合作。这个 MMN 哦是目前最 hot 的一个产品，因为它是研究到你的那个 DNA 的，DNA 啊。你看这个新青春，它要止水，跟美国卡巴拉生物基因公司合作的，所以呢。你看他才多少钱啊？因为他这个是高科技的逆转年龄来恢复青春。你看他的细胞啊、记忆啊、衰老、怀孕啊、视力、忧郁、不甘、代谢哈、啊。所以这个呢，明天会有一个玄明院长会更详细的解释这个产品哈 啊。那我们现在呢，它是有优惠价630一瓶。我有去研究其他的公司的哈，也是有出 NMN 啊，它的是用美金算的哈，30粒而已，这个是60粒，30粒都130美金哈，对，也是不便宜的哈，但是本来就不便宜的，因为它是针对这个 DNA 的哈。好，那如果说现在这个好的产品再配上一个好的水，那个效果是不是更好哈？是更好，所以呢，公司有做一个40天冻龄挑战啊，我不懂你们有看到这个消息吗？所以要注意了啊，因为要开始了，3月8号早上8点就开始挑战了、哦、那它是40天，一天吃两粒啊，一天吃两粒，早上空腹。好、哦，那如果是孕妇的，因为保健品他们孕妇的他们就不鼓励参加了哈，不鼓励吃了。啊，水呢还是可以喝啦，那个产品的就暂时不要啦。那你看他叫你什么，每天要打卡啊，好像这样子。这个是王超老师，他拿着这个产品啊拍素颜啊，拍照片或是视频啊，打卡时间要注意啊细节。那奖品是什么？奖品第一名的就拿到这个水衣啊，第二名的就拿到两罐的这个 NMN。啊，第三名还有第四奖有4-10个哈、哦，那个肽啊，公司也是有小分子肽啊，糖肽啊，只是说它还没有 launch 啊，还在啊，在中国本来说五月份啊，但这肽呢市场上也是有好一阵子了啦，小分子肽，所以它就抢先出这个 NMN 啊，因为它这个是最。很多有钱人啊，那个香港的首富啊，也李嘉诚啊，都是吃这个的哈 ，NMN 啊，哦，好，那我们的最后了哈，谢谢了。所以公司标语呢，那个爱润每一人，福泽千万家，所以每一个人都带有爱，那每一个家庭都因为有幸福。好了。我讲完了，来到你们讲了，有谁要分享的啊？你们都可以要分享的，或者是Hello， 请问那个糖尿病的人喝着有什么效果？有，我们有很多见证的，糖尿病的非常好哦啊，所以你敢敢去喝，可能你要注意观察你的身体，可能会有一些好转反应啊，还是怎样。但是有人喝得好哦，只是现在我没有放出来了。有人喝得很好，好、哦，敢喝。可以请问一下那个腰骨的腰骨那边第三四节那边那个骨刺伸出来压到神经电啊，喝了会有怎样的效果？刚才你
分享的那个见证啊，是什么情况底下，然后喝鸡酒他的药，他也是神经线的，他也是神经线，那个。骨刺伸出来才压到，骨刺伸回啊回吐就不会有的。你要明白哦，为什么所谓的骨刺会伸出来，就是你的真的是缺乏一些东西了，哦，缺水。因为好像我的姐姐啦，我的二姐，她是啊骑摩托，然后做坐骨神经压到还是怎么，也是脚痛不能走路，然后刚好大三角那边有人送水啊，就去拿啊拿去。啊，喝了喝了，哎，有一次睡觉的时候拉筋一下哦，他的神经线调回去了，就不痛了。这是去年的事情了。所以他喝多久看因人而异，看你能喝多少，哦，看你积极嘛。那就要看你有没有配一些那个营养下去，哦。好像我姐姐她好像有去喝什么天茶，那哦看个人。如果现在你先刚好这个。公司有这个 NMM 也是可以试一下，加上这个水非常好，或者是你原本就有一些保健品的，你也是可以继续啦。哦，它总 NMM 是啊，补哪一方面的那个那个神经线可以吗？水哦，其实它每个器官神经线也是需要水的，哦，所以与其你喝普通的水，大力的。倒不如你换一个小的然后有能量的水，啊，所以当你的细胞喝到这个有能量的水，它会自己疗愈，它会调回它自己的位置，可以吗？所以 当然 你要自己观察你的身体。我刚才一开始有提到你的睡眠，你的运动，啊，运动不需要太激烈，就是早上的太阳早上的太阳空气，啊，去甩甩一下你的手，哦，甩甩手这些，啊，散散步，啊，看你可以做到哪里就做到什么啦，慢慢的哈，可以吗？睡眠啊，啊，对，我的姐姐情况是她是去年有动过一次手术，然后过后医生叫她不要，就说已经动回了那个神经线已经差不多好了的，过后她两个星期她自己又去做家务，动了东西在弄，她又爆发，又回去再看医生气死掉。做好了你又弄来，他讲现在又做不到了，你可以照伤啊。他的动手术是动了什么手术？切割什么？应该是调回来吧，有那个那个脊椎了，腰的脊椎那第三第四节那边了，他只是把他的那个调回去了，但是现在弄了还要第二次啊，比较麻烦，所以等还不懂啊，现在才等咯，不懂要不要动咯，所以如果你可以先喝这个水，你先喝这个水，因为你要知道啊，他动手术他治标，哎，治标，你到最后你的生活习惯你还是要调。啊，好，我可以知道你刚才那个例子啊，那是谁？然后那个坐骨神经痛，他几个月就好掉了。我讲这见证几个月啊，这个他讲下个星期才会找那个人出来讲，他在群里面有分享啊，那个。那没有关系，你没有关系，有人介绍你吗？有人介绍你进来这个群的，对吗？我已经是，我已经买了，我已经买了。已经买了，那你就给你的姐姐喝，你给你的姐姐喝。啊，没问题，这个没问题，只是我要她相信。啊，你就叫她来，你就可以可能给她看哦，刚才那一面哦。刚才那个见证的，你可以拍给她看。那个见证，这个东西可以重播了吗？这个科技呢，美国。中国出产是在中国讲的，那个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人。这个 Zoom 刚才在这个分享这个东西，这个 Zoom 是不可以重播了呢。Rewind 哦，有会有 record 然后放在群里面哦，放在这个WeChat 里面呢。你是在哪一个群？ Telegram 群吗？你不是 Telegram， WeChat 来，他又知 WeChat， 他又知 WeChat 啊。啊，现在但是现在我就用Zoom了。OK， 你看一下你有 Telegram 吗？尽量进那个 Telegram， 因为 Telegram 我就有，我就有，但是我不懂，跟哪一个群？哦，等一下你就会把它放进去那个 Telegram 里面了。像今天的那个主题是几月，就是这个号码，几月几号就是这个哈？几月几号？对，会照着那个日期了，你有放日期了？等一下就会放进去的。对，啊。可以。然后那个今天才630啊，今天买是630，明天呢？
一样一样，现在这个期间是630，然后你可以用你的分数买，也是你的奖金分哦，140分。140分哦，啊，我去这边分那种分，啊，如果没有就用钱来去补了。啊，对，也是蛮便宜的，630，我去算过了，还是有这个。不过一瓶日历的话，2个月630，300多块。一罐60粒，一罐60粒，一天2粒，所以一个月就吃完了。600多，一个月就吃完了。它的功能就是刚才你讲的那个图画这样子而已啦。对对对对。哦。而且。第一次听到哦，所以他有这个40天的挑战呢，哦，你可以参加啦。如果看，我这个挑战我吃，然后我拍，要拍咯，好，可能要问一下。然后你看，你叫你姐姐要不要去挑战？好，她可以喝，这个，然后再吃。对对，这个只是美容而已，但是她哦，没有没有，不止哦，不止哦，很多，哦，很多，哦，很多方面的，很多方面的，它无形中也是会帮到你的细胞的。你看肝细胞，你看肝细胞活活性，所以你配到一个好的水哦，我相信你的姐姐那个什么坐骨神经那个也是会帮到，好，哦，他去赶赶去试一下。然后除此之外哦，也可以帮到其他的方面。哦，有没有对吗？有，他这个 discount 到几页？哦，卖完100个啊，好像是卖完100个就没有了。100，这才卖100罐的。好像是啊，这个体验价而已，哦，体验价主要是给我们会员的，哦，啊，哦，okay, 所以如果你要参加那个哦，就可能要2罐，因为40天嘛。哦，2罐啊。嗯，可以啦，都可以。那要买的话，好像要填资料给你的领导喽，填资料给你领导，哦，嗯，可以，你可以问你的领导这些哦。那个你丢的资料我去查吗？可以上哪一个网去看？那个他那个 link 吗？都有放了，应该是都有放了。啊，明天的 Zoom， 你上明天的 Zoom， 那个选民院长会详细再讲解，专门就是讲这个可能。好，明天的 Zoom。哦，好，好，这个你们拍了吗？要拍就拍的话，我是把放大的，你看，啊，还没有拍啊，放大，你们要拍就拍。好，这个就是我把它全部挤在一起，就容易看。这个是简化啦，啊，仔细的，啊，那个仔细的那个里面的 detail 还有吗？啊，然后那个这个就那个比赛的啦，比赛也拍了、啊。其实那个群里面也是有人放，只是说可能我把它记在一起比较容易啦，好，哦。哦，得了，更容易啦。OK， 好的，啊，那如果你们要拍那个什么见证的刚才那个坐骨神经啊，哦，也是拍。拍了，这个也是比较集中的东西，集中的。其实他们都有放在那个群聊啦，可能你们没有看到还是什么。哦，你看这个哦，他药物敏感哦，哇，立刻嘞，30分钟哎消了嘞。哦，他喝的时候他把它洗掉了嘛，然后再喷消了啊。哦，那这个坐骨神经哦，他有拿来照头啦，啊，照头这个我们我们也这个人分享啊，个人分享 ，OK， 啊，哦，就是这个安迪啊，这安迪，安大和丽莎，但是喝肯定是可能会帮到的，哦，好，可以，感恩和丽莎，和丽莎，阿罗斯塔 ，OK， 感恩，啊，这个你要讲下个星期才分享啊，哦，你这些你们都可以看，今天啊，好，感恩，好，这个时间吗？这个时间吗？啊，一样，好，对，早一点，9:45进来，9:45。好，感恩，好，早安啊 ，OK， 好，那还有谁吗？还有谁？对不起啊，哦，我问你啊，为什么喝这个水一直很累要睡觉的啊？啊，这是正常，因为有些人喝得很精神，有些睡不着，有些喝很累。我有个朋友，他是打2份工的哦，哇，你懂吗？就是很多人就是硬撑，结果。睡眠很重要吗？所以这个水很有智慧哦，那你需要什么它就要叫你睡觉要休息了哦，你就跟着就对了哦，爱睡你就去睡，要去休息好不好？因为如果硬撑太久身体会出状况，所以一开始我也是有讲到那个睡眠也是很重要哦，睡眠好，哦，没有关系的啊，爱睡你就去睡了啊，因为它是随着你身体需要什么来显示你啊，好，这个要睡觉了，我看一下啊，
所以这些都是那些反应啊，所谓的好转反应啊，所以是一个好的现象啊，哦，大家也不用担心。Angie，哎，我想请问一个有一个疑问啊，好，喝这个造过的太赫兹水冷的，是不是比喝那些包滚过的太赫兹水比较好一点？一样的效果，一样的。因为你看啊，通常那个鱼啊，它不适合那种包滚过冷了的，因为那个没有包滚的水啊，它带有阳气嘛。所以我们喝那个太赫兹水冷的，它不是有氧气，然后它可以带进去我们的细胞嘛。可是假如包滚过了那个水啊，已经没有氧气了，是不是这样子 okay, 我跟你讲啊，人家为什么煮到滚100度，主要是要杀菌，所以当中呢不可以，有听说过吗？不可以煮了又煮，煮了就煮，变成死水嘛。所以呢，其实呢，当你造了三分钟过后，其实已经杀菌了啊，我只需要煮温啊。为什么要喝温水？主要是说我们的身体体内的温度是37度嘛，是温的。如果你喝的是冷水啊，比如说你出来的尿液是温的嘞，所以这些它进到刚刚不久前我才听到一些是学到的啦，它是这样的啊，你喝到你的身体的时候呢，你的一些器官，你的肝啊还是什么，它就要加热这个水，加热它就要抽一些能量来加热你的这个水，来调跟你的身体的温度一样。所以你那么只是我们只是包把它包温，包温就可以啊，不需要包滚啊。有些人是包滚的话，氧气就没有了嘛，是吧？啊，但是那个太赫兹的那个直链线这些还有哦。我们主要是讲把太赫兹的水可以把那个氧气带进我们的细胞，可是包滚后的太赫兹水已经没有氧气了嘛，那么它不是效果会打折扣？哦，氧气不是这样子带的，氧气是你呼吸的时候带进去的，你的氧气，哦，不是从那个水啊，所以你要好的氧气哦。早上的时候，你很多树林啊，公园很多树嘛，因为早上哦有太阳，那个我们的植物哦，它会吸二氧化碳排氧气。你去那边走的时候，你吸进去的氧气啊就非常的好。所以甘博士有一次有教我们讲呼吸，你要深呼吸，吸六秒，吐六秒啊，这个当中也是给你更多的氧气进去。可是我们讲，假如喝那些比较温一点的太赫兹水，它带有氧气的话，我们喝进去不是对我们的细胞更有帮助吗？嗯，可以啊，可以啊。所以如果说你原本是那个包滚了的，包滚了的太赫兹水，那么没有氧气就会打折扣咯。不会说完全没有啦，刚才跟你说了，氧气是通过呼吸那边嘛，不是单单从水那边。所以如果你已经有那个什么 oxygen 的水，你再照三分钟再来喝就更好咯。或者是你有什么氢气水啊，有什么康根的啊，康根的高抗氧化很高的，所以你再照三分钟再喝就更好了，好上加好哦。那个煮着哦很小哎，它的 impact 很小哎，不用去在意哦。因为我想到那个煮滚的那水，假如我们放在养鱼那边，鱼儿也是没有缺乏氧气，它就会死掉嘛。哦，对吗？养鱼的煮过的水啊，嗯啊，因为想到我们假如喝进身体里面的话，我们当然是有带那种水啊，有带一点氧气，不是更好？嗯，对，我想到是这么样。对，但是鱼的，然后跟我们身体又不一样，我们身体需要一点温啊，一点温，所以可能煮温就好了，不要太煮到滚哦。啊，如果已经杀菌，你的水已经很干净，杀菌了，煮温就好，它会一下子就好了。哦，我啊，你不用煮也是可以啦，不用煮也是可以喝的。我自己本身是觉得啦，假如不要煮得太滚啦，对我们身体反而的细胞更有帮助。嗯，对吗？对，然后那个什么，没有煮也是可以喝啦，因为我们平时天气热嘛，它也不会冷到，你不要放去冰箱啦。放去冰箱那种冷哦，
你进到我们身体，其实长期喝冷的冰的东西啊，对身体不好。是的，是的。啊，常温的还 OK， 因为我们的天气已经热的，所以它也不会冷到哪里去，哦，还是可以的。对对对 ，OK， 好的。OK， 好，谢谢，谢谢你。啊，还有吗？你们 chat group 哦，你写的我来不及看哦，所以你们自己开麦讲。那有人喝了好的来分享一下。Hello， 他刚杨姨那个、啊、没有关系到的，因为啊，你的鱼缸里那个水会流动的嘛，就那氧气没有关系到。啊，养鱼的话，我跟你讲，有些人用太赫兹水去养鱼哦，反而好过用普通的水的哦，所以有时候啊，就还要需要打氧气还是要的哈、啊。如果你们有养鱼的，有些鱼是特别敏感的，需要打氧气的，还是要打。对啊，那个鱼养了很美出来哦。啊，对，啊，以前我家有养啦，啊，放太靠近窗口啊，一直太阳晒哦，它就死得很快，因为那个温度它鱼不可以太热的，它晒到太阳哦，哇，一天死一个啊，等下死了你要赶快捞起来，因为它的毒会。要换水，所以哦，这个因为太赫兹水它已经把那细菌杀掉了嘛，然后它又有抗氧化的嘛，所以用那个水，当然你的环境也是很重要啦，啊，经常晒太阳的肯定耐不久哦，因为那个热嘛。OK， 还有人吗 ？Johnson， 哦，好。我 stop share 来 ，Hello， 想问一下可以吗？可以。哎，做什么？我太太喝了那个太赫兹水啊，她一个晚上本来是要小便4-5次这样的，现在一个小时6-7次这样哦。嗯。有什么问题吗？很好，没有问题。可能它里面的它在排吗？啊，所以刚才我也是有提到，一开始的时候，它的水先洗掉那些化学物啊、重金属啊，先洗完了它才来修复。好、啊，没有关系，你还继续，可能你喝温哦。如果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喝小口就好了。就是他晚上喝小口。啊，小口。他晚上喝小口，他小便回来就喝。两三口这样就睡觉、啊、小口睡下去不到15分钟他又讲要小便了。嗯，这个有时候是身体有点虚、啊、你喝温水呢、啊、温水那一个、啊、我一个是冷开水、嗯、一个是温一个是热水。嗯，这白天呢？白天是那个也是将餐来喝了。啊，你不要掺啦，全部用太赫兹的，是全部都是太赫兹来的。啊，只是哦，你掺热的。包滚了，我那个水开滚了是棒冷，它才做那个冷开水嘛。嗯嗯。因为你一个热一个太热了啊，它不能够喝嘛，要掺温它，掺温它给它喝嘛。嗯哼。可以。可能他有吃什么营养吗？可能有时候 还没有喝的时候会这样吗？啊，如果平时如果身体比较虚比较寒的话，可能需要调一些进补来调。哦，我要进补来调啊。要进补去中医调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啊。嗯。我自己本身啊，我喝了那个太赫兹水来讲、啊，有时候是那个双臂是很会痛下这样，不过。一两天他就没有痛了，但是我的脚好像是麻痹这样来讲啊，喝了太赫兹水这么久来讲还没有见效哦，还没有见效来讲，他现在有时都很痒哦，很痒要抓到他那个皮都烂了。你有喷吗？我没有喷。要喷，你痒的时候赶快喷，它会止痒啊，或者是你。泡那个太赫兹水正脚、哦、用那个太赫兹、啊、对对对、哦、因为你在喝的时候它是在排嘛，所以在排毒的时候可能会痒，
会痒你就用喷，喷它会止痒，哦啊，因为如果身体的毒素里面排出来久了会怎么样，哦，我们自己变成严重的疾病就不好了，所以它现在在排是正常的，是好的。你要喷的话，积极一点，那个白内障会好了是吧？啊，有人是用有好了，连给狗啊狗都好了，所以要看啊，你自己要注意，就是说你眼睛要去保护啦，看多一点绿色的，可能你要喝多一点水，然后来洗眼睛也可以。我有用那个太赫兹水来喷，啊，你可以试一下用那个洗眼睛洗的，那个，小小的啦，洗的。你买那个电子小小个的那个喷出来好像木水这样的，啊啊啊，我就是用那个来喷咯。你去试一下那个好像 IMO 的那两个洗眼睛的。啊，我没有去买那个 IMO 那个照眼睛的照啦。啊，眼睛的照，那个洗的好像，啊，听说更好，啊，那个用来洗的，那个，洗出来。它可以洗出来，洗那个墨出来。啊，我的邻居他是有干眼症，整天有那个马赛啊，眼屎出来，他用洗的，他讲哇，洗到那些肮脏出来。哎，我有一个朋友，他的脚有水肿啊。嗯。有水肿来讲，脚是给他喝太赫兹水可以吗？嗯，可以啊，很好啊。很好啊。啊，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买，他有问到我用什么药来可以止到他的那个脚的水肿，我就介绍他这个太赫兹好水仪咯。嗯。啊，他说他考虑下降啦。嗯。他说问我要多少钱，我说4500。我4500是给一次罢了啦，啊，一次罢了，你好过你卖保健品来吃，你一个人吃，你家人吃不到的，嗯，啊，我这样跟他解释了，他说他要考虑一下，我说你的健康只值4500吗？哦，你要跟他讲这个钱会回来的哈，这个钱啊，我是跟他讲这个钱会回来咯，啊，我说你要去做啦，你不做你哪里有钱？他没有做，他没有分享，他的钱也是会回来的啊。啊，因为我没有那个 market plan 的那张图，你叫他来听 Zoom 嘛，叫他听 Zoom 哦，啊，或者是你把这个 recording 的发给他，因为你们讲那个见证啊，没有那个 CD， 没有那个录音啊，有，你要在群里面，啊，你有在群吗？ Telegram 的群还是什么群？我没有 Telegram， 我没有 Telegram。Telegram， 你有在 WhatsApp 群吗？我要 WhatsApp 那个 Telegram 啦。Telegram 你要 download Telegram 的 download 的。要 download 啦。嗯，然后以前放的你都看得到。哦。我以前放的也是看得到。对，然后它不会吃你的电话的 memory。哦，这样，嗯，这样我就试一下看。啊。好，谢谢你啊。有那个链接的，暂时没有问题。你问你的领导下。啊，我问我的领导了啊。啊 okay， 谢谢你。好。因为我现在是用电脑，那 Telegram 的 link 是在手机，所以我没有办法打出来。所以你们在线的，你们看有谁可以帮忙把这个 Telegram 的放在这个 chat group 里面。通常是 Brian 放啊， Brian 跑去哪里？哦，还有人吗？那个，你们新加坡有没有 agent 啊？有，我们全部都是啊，都可以啊。你要买啊？你买了吗？只要是你已经拥有这台水仪啊，你就可以介绍人了。我知道在新加坡哪里可以买。你介绍你的人是谁啊？你跟他讲咯，你在哪里的？你是新加坡的，介绍你的人，他就会帮你做。我在新加坡，可是新加坡一件我买比较容易吗？啊，他介绍你的哦，你跟他讲你要买，他就会帮你办了。然后那个货哦，可以寄到你的家，哦，免费寄的。因为我在马来西亚买就很麻烦啊。寄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寄来新加坡，环境会寄去马来西亚麻烦。你放心，放心，全部通了，通了，寄去马来西亚也是免费的。哦，啊，不好意思，
我弟弟寄去马来西亚很多钱，但现在弟弟很麻烦，要问很多问题。如果在新加坡，我弟弟就在新加坡account就容易。啊，也是都可以的，都可以，不用担心的。啊，不好意思 ，Angie。啊，来哪一位啊？啊 ，Vivian， 槟城的 ，OK。啊，我的姐姐是在英国 Birmingham， 然后如果买的话，那边方便吗？都可以啊，就是从我们这边登记啊，然后给钱，然后要付运费啦，要付运费。哦、大概多少钱运费呢？多少钱你要问那个 stockist 啊？然后他们是直接他们会算送过去那边啊？啊，对对啊，你是马来西亚，你要问一下你的 stockist 看可以帮忙，公司可以帮忙送吗？哦，这样子、啊。所以你可以介绍一个新加坡人给我吗？谢谢哦，可以可以，你联系我了，你在新加坡啊？好、哦，我刚才你还是你给我你的电话，我找人帮你。好、哦，Angie 你好，送去 UK 好啊，送、Angie、等一下我回复那个送去 Australia， 我这边有送过啦，大概90多新币啊，你跟你的 stocky 想他们会安排看从哪里送的，没有问题的哦。好，来 okay, 来，嗯，来讲。啊，请说，你是谁，从哪里来 ？NG。啊，你好，早上好，我是 Sally， 新加坡的。刚才那位师兄，如果他需要帮忙，我可以帮他。啊，他要在新加坡买水机，对吗？啊，我就要给他、嗯，通常是找回他介绍的人，介绍他的人呐、啊。哦，如果他、啊、如果是没有了，没有关系。如果他要帮忙，我也是可以帮他，没有关系。可以，只要知道他上线是谁就对了。嗯，对，嗯，好吗？对了，好， okay, 好，你们把你们的电话放上来，等一下我就连上了，或者是可以联系我，有什么问题还是可以联系我啦。好的，谢谢。啊，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人可以帮忙。NG 可以问一下，如果是马来西亚人，但是要他回去中国做工，这样子以后在中国用，这样讲。啊，中国的哈，我们继续中国，他是签还是签我们这样子国际线的，还是无限代的？啊，无限代的还是无限代？他不管去到哪里，甚至非洲啊，他通过我们这边。登记的话呢，他还是无限代的他的 complaint。我知道说，如果他因为中国新青春在中国，他们是另外一种配套的，他 logo 不一样的，他那个只有两代而已，他是走地方的。所以呢、他从我们这边买的话，他是根据我们这种国际的那个无限代的这个奖金哦。哦，如果他在中国 recruit 中国人呢？这样子他是把国际线去到那边的，算国际线哦。让中国人也变读国际线了、啊。可以，可以的。哦，这只要这样子，就是只要是我们国际线去 recruit 中国的人，这样子中国人可以也是国际线。国际线呢、啊？但是他是在中国的时候，嗯、这样中那是中国的这个中国人呢、啊？第二个第一代这个中国人呢、啊，他的自己的下线是中国人去 recruit 中国人呢？他在中国不了、啊、只要说他呈上来我们这边登记的话，都是可以国际线。哦，这样子，什么中国人不可以说自己变只有两代，不可以无限代？啊，如果他是去买到，因为去跟中国人的代理买的话，他就要 follow 中国的那个制度。哦，这样我们但是他是从我们这边引过去的，就会跟着我们的国际线的。OK 好，不要管了、哦。以后中国的人他要的话就，反正我这个马来西亚人过去，然后这个他 recruit 过来中国人就把、啊、都是从我是马来西亚，就从马来西亚寄过去给他就有了，让他的这个中国人的所有的线钱不都变成无限代了呢？无限代，总要走回来我们这边登记喽。关于寄货啊，你寄货不用担心，他们还是可以从中国出货的。因为生产是在中国嘛，哦，他直接从中国寄去他的中国地址，但是无线带是这边under就是under马来西亚就对了啊。对对对，还是要过来我们这边。如果这个人100岁有过呢，百年过这个他可以继承的话，他子孙。怎么说？比如讲这个人他做到很高位了啦，然后过后比如讲那个 Rosa 做到很高位了，他已经做到最高位，这样子他以后他的。给他的孙子还是给他儿子？啊，可以可以的。
他可以过去 nominee 这样子是可以直接跳代吗？还是他的儿子还是孙子还是玄孙，他可以一直无限代一直累积下去吗？还是他可以是几代吧，他是几个人几个代的人才可以，很像其他保的公司有些只可以继承两代的人。哦，那个陈碰我这样子奖金，哦，陈碰这些是无限代，就是 inherit 可以多少次。哦 inherit 啊，哇你想到太远了、哦，这个公司的系统还没有想出来啊，你想太远了，你的几代是几百年了，因为我有做其他公司，他们已经全部做出来了，啊，他们可以 inherit 三代。哦，有这样的啊，哦，这个可能要确定一下。公公的玄孙，然后玄孙再给他的什么玄孙，这样子哦，啊，拉到长长嘛，过后他们总共可以第一个人做，然后他等待人可以200年，可以收200年。哇，那这个公司要耐很久哎，耐很久。要耐啊，就是这个公司他们想得很远啊，就这样。好，可以。问题到时候可能再问明天那个讲员。嗯，明天是几点啊？这边啊，明天晚上8点。八点那个，他是讲那个产品啊，对那个产品，那个新的产品什么的那个。哦，啊，这个你不要担心到这样远啊，哦，啊这一代都已经吃不完了，还要这下一代，然后孙一代。会有人问了，啊，我要回答。啊，都这样不用担心的啦，哦，都可以的。对，嗯，好，然后 okay，明天8点，如果你是在那边拿了啊 ，OK， 那拎啊，对，同样的拎，同样拎。好，感恩，可以。好，那个Lim哦，问说中国人要用人民币还可以的吗？可以，你要问你的 stockies 啊，你问你的 stockies 啊，那个中国的银行户口，然后他就汇人民币过去那个中国户口，然后拍照起来，哦，你要问你的 stockies。哦，这个小细节的话，你们要问回你们上面的领导啊，比较好。哦，然后好像刚才那个，那个 Alan 哈，Alan 最好是先找回你介绍你的人啊，或者是哪里，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啊，才来联系我们这边别人。当然，很多人会你要买，当然很多人会来找你啊。哦，当然是。还是感恩啊，感恩是谁介绍你的？我知道我们怎样联络你们呢？我就放我的电话在群里面，然后另外一个 Sally 也是有放在群里面，哦，你可以联系我们啊。嗯，那当然我会问你啦，你介绍你的那个人是谁？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没有人啊，然后啊才进来我们这边哦，肯定会很多人要帮你的哈，放心啊。或者是你给我你的电话了，我看一下你的情况是怎么样，要讲最好的方式帮到你。哦，还有人吗 ？OK， 我在看 chat group 啊。之前好像有人提到什么 FDA 的 ，FDA 确实有报告的，有报告的哈，它的那个水盆哦是有报告的。然后至于其他的那个 ISO， 我们就没有去查了哈。但是那个关于那个水的五个特点啊也是有报告的啊，有报告的，我自己亲眼有看到了，我是有了，你在那个群里面都应该是有人会发，有发过的哦。哦，这个中智慧啊。哦，还有其他问题吗？还是要分享的啊？请问一下，如果这个马来西亚人啊他现在做的时候，这个分数是在这边吗？银行的户口 register under Malaysia， 这样子是 Malaysia bank 哦。但是过后他飞去中国哦，几年过后哦，他在那边了，这样子他要拿里面的户口的钱转到在中国用呢？这样子在又可以不可以把马来西亚户口转去？因为他地址在中国也有嘛。这样子他在中国的时候要怎样？又是把他地址换成他的 Malaysia 户口 bank 户口应该还有保留是吗？还保留啊，但是如果在中国呀，这样子他要拿那个钱要怎么办？那他看能不能用 internet banking 哦，把他汇过去中国的银行给他咯，他自己，哦，他自己弄啊，自己弄可以哦。就他 register under Malaysia 的 bank， 就是永远 Malaysia 的 bank。如果，他移民去中国了过后，这样子中国呢，
他的那个他的 bank、比如说啊，那个是还人民币的哈、哦，那是中国人，他是人民币，他没有马来西亚的 bank 户口，这样他就可以放他的中国的户口啦，没有关系的。啊，不过是马来西亚人呢，马来西亚人他在、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人他还的是马币吗？然后他的马来西亚户口还有生效吗？所以他还是可以拿到他马币，只是说他可以 internet banking 啊那个我懂，啊、就是如果这个人移民了，比如他移民去，比如讲去英国了，这样子的话啊，这个马来西亚人呢，这样他移民去，这样子马来西亚户口就他就要跟公司讲 terminate 掉我的银行户口，我已经移民去英国，这样子英国那个我重开用英国的银行户口，从此以后那个美金就转去他银行户口那边。他就没有，现在还没有英国，还没有英国，所以还是还钱，还是还那些马币啊，就是买用马币啦，以后就是全部如果他 recruit 到的那些中国人在中国的话，就全部用马币还咯，这样子的话就变成马来西亚的无限代线嘛，对吗？他可以用人民币还了，你可以问他你的 stockage 吗？这些小细节的、要还什么钱啊？你要换户口啊？你要找你的领导，你的 stockage 啊？OK。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有其他问题直接开麦哈、啊。那个写到很长的英文的，是写什么啊？来，自己开麦一下，叫什么林什么？如果喝，我跟你讲啊，这个水啊不是神药啊，不是说你如果你的生活习惯没有改，你只喝水，可能效果它就比较慢。你一定要调你的饮食，你的 lifestyle， 你的睡眠，这些一定要调啊。所以我们上课哦，完全改变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为目标，然后你要改变啊，你的情绪、你的睡眠全部都要改变哦，那你的效果就会很好啊。你的 mindset 也是很重要哦啊，不要讲哇，你这个买神水啊。金电荷几天就要看到什么效果，你要看到什么效果，主要第一点你要看到什么效果，那这个水将帮到你，除了这个水你还要调你的饮食、如果你需要营养，那你就要吃一点保健品、保健品可以哪一些，你可能可以去中医调、或者是公司的 NNM， 或者是吃那些什么藻类、都可以的、像明天挑战的话，我今天先拍照可以吗？然后明天我八号嘞，八号哇，明天开始哈、这样啊，先拍，先拍啊，哇，先拍咯，素颜啊，素颜不可以有那个什么化妆没有啊，这就拍了咯，不可以有美颜、如果要买的话，现在买他几时去寄到？哎呦，你要问你的时候，跟小你要问你那边的，像我拍了，我还没有吃啊，这样。不用紧了，先买了，全部人跟你一样，没有，不用担心，我也是还没有买，好，今天赶快去买，看来得及吗？明天总之40天吗 ？Angie， 哎，来 ，Angie， 对不起啊，我忘了，我可以补充一下吗？可以，刚才我忘了，刚才我说啊，我的那个有一个的调理反应，说我的。嘴巴好像凹色这样痛哦。我记得是因为哦，因为以前我找比较年轻的时候，因为我曾经有 migraine， you know， 我有 migraine 了，所以我每一天啊，我是靠这个 Benadol 的。我买 Benadol 啊，我一天啊，我是吃4粒到6粒的。You know， 所以我买 Benadol， 我是买一罐两罐呢，100粒、200粒这样的。然后我吃了差不多整10多年了。然后因为我过后更严重的时候，因为工作上的压力呀，所以我差不多每个星期我都需要看医生啊。因为到了 weekend 过后啊，我每一次都喉咙痛，我就要去看我的 family doctor。So, 开始呢是吃那个 antibiotics 啊，我是好像啊
开始是给你三天哦 ，one course 三天，后来就越来越严重啊，每一次 extend 到他给我五天的 antibiotics 啊 ，you know， so 我差不多每个星期啊都是去拿药吃的呢，所以应该是影响到我的健康了，但是说。过后是一个学生家长介绍我一些保健品，我吃了之后说我改善了，我的胃没有问题，我的 migraine 也好到完，直到今天我从来就没有 migraine 了，只是说当我喝了这个赫兹水啊，说那个喉咙痛啊，嘴巴整个好像 ulcers 那种 的那个反应出来啊，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我吃了太多的这个西药啊，而造成 这种的调理反应啦。但是 thank God 啦，说我过了一个星期这样啊，这个调理反应啊都全部都好到完了咯。啊，真的很感谢这个太赫兹水啊。哇，谢谢谢谢。你的调理反应多久啊？差不多六天。嗯。六天这样。好的，好的，谢谢你，Teresa。嗯，对，所以身体有问题的哦，都会有经过一几天的那个好转反应啊，调理，因为要调嘛。哦，嗯，所以不用担心了。刚才有人说，哎，睡不着还是睡很疲倦哦，就是因为身体真的是很酸性哦，很疲倦，他要叫你去休息。嗯，好。好，我看到那个 group 的哇，所以啊，这个 Alan 啊，你不要这样子在大众讲说要找谁买，你找回去你介绍你的人啊，他这样辛苦送水给你啊，你给他赚24块啦，不用紧啊。哇，你看，因为你一讲，然后全部写在 check group 啊，哇，全部要抢了啊，不可以这样啊。当然，如果有几个朋友同时送水给你，你就可以考虑要选谁啊。那你 OK， 那我们就不讲这个哈，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要结束了哈。好，那个所以大家就准备好啊，那个 MNL 要买就赶快去找你们的那个 stockist 啊，你们的领导哦，问看要讲买，因为挑战明天开始哈，要记得先拍，那拍你的脸啊，还是拍你的头发啊，素颜啊，不可以有美颜啊，然后还是拍你的身材啊，所以40天里面啊，你要积极的把你调到最好就对了啊，喝多一点水，然后配这个产品啊，它的有奖品的哈，有奖品的，要 mindset 要很好哈 ，OK， 好了吗？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更多的问更多的这些见证，因为新的产品通常都是要累积一些见证，所以公司才会有这种促销给人家，给我们会员，这是会员的利益啦。当然你有朋友、他们要的话你是可以帮他买，他没有限制一个人可以买多少，而且好像是100瓶你又卖完就没有了。现在叫照片拍了要不先去那里先去哪这个我也不懂嘞。OK， 先去问你的，还是我去了解一下，先去哪里？可能先收住了先收住啊，还是打卡？不用在哪里打卡嘞？谁懂啊？不用紧，你们在群里面关注群，他们一定会宣布的哈。好，先收住，先收住先。然后每天好像是每天要打卡是吗？刚才。有提到吗？打卡，但是去哪里打卡哦？就是拍照啦，拍照然后打卡，去哪里打卡？但是要放哪里呢？这样子收住先啦，这样子先收住，一定会感受的嘛。谁懂啊 ？Alice 吗？王昭老师有讲，等下他会开一个100人的群，就是有参加比赛的那个，然后在哪边打卡？等他开群先，你要怎样去报名啊？要参加这个？等下他会开个群，要报名，先买产品先。产品你们拿到了？还没，才怎么这么快？从国际来的？那这样我们先跟自己的上级领袖买产品，然
然后等下王朝老师就开一个群给你们参加比赛的人打卡的，每天要打卡。哦，就是这样。OK OK， 详细情形要等王朝老师指示啦，要怎样打卡？哪一个群哦？啊，如果你啊没有啊，好好，哎，他会另外开一个群。好的好的，嗯，所以、就是、如果你知道了，你就加我进去。你也是要参加哈、啊？好了，很好、啊、很好，不错嘞，你看到了？哈、哦，对对对对，它的价格我去查了也是不错。啊、如果630是 OK 啦，如果1800就比较贵，因为我也是有那个 NLA 的啊，这是我们的特别嘛，不一样嘛，我们的科技是不一样的嘛。哦，你是在吃别的了啊？没有啦，有人在叫我吃、哦，所以我一看到我们有这个产品，我直接就定了咯。哦，啊 ，OK OK， 哇，嗯、才100人啊。那个挑战才100人啊，哇，还好我们现在 Zoom 才75人，如果100人每个人参加，快点哦，快点报，快点报名，快点报名哦，嗯，报名啊，不啊不啊，哦，哦 ，OK OK， 这样就对了， okay. 我们要积极的心态哦，对对对，非常好，一定要积极的，嗯、喝了太赫兹水一定很有能量的嘛，嗯哦嗯哦。再加这个产品哦，更好。好东西每个人都要抢嘛。对呀、啊，对呀、啊。哦，好了好了，那大家去吃饭了哈。啊，我们明天就要关注啊，今天就要开始关注王超老师的群，还有那个明天呢、啊，薛明老师他会更加详细解释这个产品。哦，这个产品明天的 Zoom 是几点？我听不到，刚刚。晚上八点。晚上八点。哦。NG 啊，我是 Kathy 啊，我想问一下、啊，那些人有一些疾病的病的话，他可以吃这个产品吗？可以啊，可以啊，除了那个孕妇，那我看到什么？除了孕妇，所以应该是会更好嘞，我觉得再加这个水啦，啊，因为该会更好。说 NG 那个产品是每个人都可以吃了。嗯有病或者是没病都可以吃啦。啊，是是是，没病的话就逆龄哦，保住你的青春哦。哦 ，OK， 好的。有病的话可能会修复啦， okay. 因为它是在调你的 DNA 嘛，调你的细胞也是调细胞，最好是配这个水啦，太阳之水，好像已经在喝的哦。哎，好像还是看不到什么效果，就配这个产品下去，哦，这样子就更好。你不要用这个产品，然后去配一个普通的水啊，就浪费哦。我明白啦，知道啊 ，OK 啊 ，OK 好，谢谢你。很多人参加，我也是要参加。OK 好了，大家去吃饭了哈，今天我们就结束了，我非常的紧张啊。OK， 拜拜。